一个 free 嘅平台，一早上网。有胆有声话，迷迷香港，无牌无挂。探究不同范畴科学知识，第一代天气先生，著名科普作家李伟才博士主理。人类嘅未来喺太空，啊呢、這个咁嘅讲法，咁你会觉得系一个只不过系一个科幻迷嘅白日梦啊？抑或你深深相信呢个系历史嘅必然呢？同埋点解你会咁睇呢？到头来啦，当然都系最强嗰个命题，就头先讲过啦，就是、一系人类嘅未来咧就在太空，甚至系咧即系人类未真正步向太空嘅历史咧，只不过系我哋嘅史前史啫。啊，人类真系向呢个整个啊，即系无尽嘅宇宙啊嘅星空个海洋咧嚟去散播开去咧，那个先至系人类历史嘅真正开始。一个上至天文宇宙，下至人民精神。无所不谈的科学普及节目，浩浩汤汤，逢星期五晚十点，迷迷香港，是有种态度。热血风波，逍遥踩场，骑呢论证，城邦地狱，爆破地狱。好，来到爆破地狱。咁啊，今日我哋有新組合喎，最主要就因為啊，即係蘇豪去咗德國啦，唔係去咗德國誒食羊腸，食羊腸。咁我哋當然就反而仲好，因為俾我哋請到一個我哋一路夢寐以求請到嘅嘉賓，冇錯，一路都請唔到佢。因為之前咧即係我哋話，譬如有啲人想誒線我，係啊係啊，即係嗰啲咧，係咪先？翻上去啊，一齊玩啊啲，係啊，我即係引誘你翻大陸嗰個。係啊，咁我哋應承咗會遲啲邀請佢。其實我哋第一集已經話會請文昌上嚟㗎。係啊，但我哋去到今集先嚟，投資專家。許文昌先生，喂，多謝，再加國情專家喎，你都係國情專家呢位，唔係你兩個可以雙輝應呢位，美點雙輝，係啦，同埋今日登高，係有，係啊，仲有古海雲圖，哇，你都幾犀利喎，爆曬數，佢第二個袋，佢以前嗰個係咩啊？你以前嗰個？鼓掌之家，鼓掌之家，鼓掌之家，你唔記得做咩節目都唔係啫。心比成日話鼓壓之家啦，講一講都唔記得咗。鼓掌之中，咁啊當然啦。另外亦都講下我哋嘅安排啦。咁其實雖然今晚爆破地，我哋會有呢個新組合啦。咁但係爆破號外，即係我哋就唔想阿文昌咁辛苦啦，一次過錄咁長。咁所以咧，其實我哋早兩個禮拜已經錄好咗噶啦。咁啊，跟住連續兩個嘅星期六嘅爆破號，我哋都會如常播出嘅。咁但係咧，就會係我哋一早預備咗嘅 DSE 系列。咁啊，究竟 DSE 系列會講啲咩咧？咁當然大家可以係啊，當然講 DSE。咁大家可以密切留意啦。咁就但其實都唔會影響到大家，因為不嬲呢個節目都係錄音噶啦，係爭早錄定遲錄啫。好啦，咁啊，另外當然啦，即係亦都講一講我哋嘅 dress code 啦。咦？你睇我今日著曬長褲啦，即係之前好似有人投訴你衣著喎。唔係，佢話我坐姿不整啦，佢話我挨喺後邊唔尊重觀眾啦，著短褲又唔尊重觀眾啦。有兩個長議員好唔尊重觀眾啊！但係你即刻離開，即刻離開議事廳。因為我哋有腳毛就唔怕。咁啊點啊？黐撚線啊！唔係喎，長毛著件六四 T 都唔俾上啦。係啊，唔俾翻。你著條六四褲，唔係啊，但係佢著短褲都要即刻趕嚟議事廳喎。哦，咩我啊？你即刻走啊！同你講啲讀者話，總之有腳毛就冇問題。佢冇投訴我衣著好似係咯，有係咩？係啊，個個都屌雲㗎啦，係咩？我是但啦，係啊，唔係不過即係由另外嗰個都多謝你意見係咩？我唔撚多謝喎，我屌柒衰啊！黐撚線啊！講埋啲戇撚鳩鳩，你仲要多謝佢？咁最少佢傻㗎，啲乜撚樣？但係佢最少即係聽曬你節目，再俾意見你。雖然啲意見唔啱聽，佢我又唔知佢有冇聽曬喎。佢有啊，可能淨係睇啲硬照。唔係佢好，唔係佢清楚。當我講國情時候話，連蘇就傾偈喎，傾偈咪傾偈，關撚事，屌撚鳩，哇幾唔係啊！真係啊，我真係好撚耐未試過屌網友啦，又我又要真係儲埋一次個都冇屌過，其實都係喎，錄咗咁耐，其實我哋錄咗好多節目，其實最尾啲原本話屌都冇。你趁我喺度就喺度屌啊？唔係咁，今日文昌喺度有人氣主持喺度，唔係原本屌網友係話蘇豪話要屌咧，係哦咁，但係佢就遠走得過，等佢翻嚟再屌，係啦，係好咁啊！今日我哋正式開始，云涌，风云变色，
到呢個每週一度嘅黃牌環節，反貪演義亦都係政治正確嘅環節，因為我哋向阿習近平主席啦，習大大啊，冇錯，阿習總，習大大而家上邊，喺即係喺偉大嘅領導之下就反貪就進行之中。咁今集咧，其實我想有少少有啲 update 先啦，好唔好啊？就周永康案件啦，好似七七八八，但最近咧都有少少話好問嘅你。update 點咧？央視點咧？即係可以刮去做啊！咁女主播咧，同阿周永康上次都講咗啦，咩歐陽夏丹啊啲好正啊，好靚女。你就同黃愛明拍，你唔好侮辱教主啊！我冇啊，我唔好做呢個咁重要嘅節目，係咪揾個教主嚟？狗噏當秘笈啊！雖然你係教徒，係咪先啊？但唔好侮辱我尊重嘅教徒，即係教主嘅教徒。嗱，佢話咧最近就發生咩事咧？又俾人翻舊帳。咁有條友叫做陶勇啊，咁佢就湖北省委政協嘅副主席。咁發生咩事咧？原來呢條友咧，即係叫你咧一時行差踏錯咧，都可以俾人去搞你啊！話說八年前啊，佢就叫一次雞，就依家八年後咧就俾人拉咗啦。原因就係八年前叫雞喎。八年前有咩證據先？咁上面唔知道有咩證據咧，但最尾俾人發現原來因為同周永康係即係都幾關係好，於是就因為八年前叫個雞原因咧就拉佢啦。嚇，係咪叫翻只雞出嚟指證佢？係唔知啊，你知上面特別勁啊嘛，係咪先啦？即係點樣去指證就唔知道。但係咧我想講，因為蕭山之前就話講過嚟緊即係有機會會喺呢度夏都會議咧，即係有北大河咧就商量點搞啊劉雲山啊嘛，係嘛？咁即係喺四中全會佢之前。咁咧即係我想講劉雲山啊，最近佢有啲咩料咧？即係你知劉雲山係呢個中央黨校嘅校長啦，亦都係書記處書記啦，七常委之一啦。咁佢係以前係即係話係文宣系嘅大佬嚟，即係李長春之後就係到佢啦，都係江系嘅人馬啦、心腹啦。咁你知依家中宣部嘅話事就唔係劉雲山，係劉奇寶就團派嘅，亦都係跟過阿李克強咧。亦都係同習近平關係都唔錯嘅。咁我要先解構翻一個國家，即係中國啊，係用咩四炸人去處理或者管治國家咧？咁第一個叫做銀光子啦，即係有啲財政系，即係同你好熟啲咧，係啊，即係依家話咩四大家族嗰啲啊，咩尚福林啊、周小川啊，蕭山話唔會喐到你哋喎。係啊！嚇！我有咩資格？係咪啊？即係我有咩資格？安全係啊！係啊！係我幾廿億啦，唔使落財金係財金係一隻財金啲銀光節目，佢冇事啊嘛！即係你知係咩？漢懷城啊，佢呢班全部都暫時都幾穩陣。咁一種咧就係叫做槍光子，咁你知啦，係軍方嗰邊啦。咁徐才厚都 L 咗啦，係咪啊？郭伯雄就唔知啦，係咪？生死就未卜啦。咁仲有一扎叫做北光子。不光子即寫嗰啲啊，即係類似四人幫你姚文元啦。咁依家現代少少，即係央視啊呢扎，司馬南嗰啲咧，係啊，司馬南嗰啲都係算嘅。司馬南唔係其實普通博客嚟嘅咩？咁都係不光子，即係咁大鑊啊！寫波寫到會俾人哋居居打手㗎，你打手點解冇人填養我哋嘅？係咪先？唔係你不光，唔係你而家咪公開徵求先？係啊，唔係我唔係啱啱講開始啊，要講呢個問題，你可以徵求填養大鑊啊！大鑊依家我哋陷入財金危機，冇錯，即係陣間我哋要公布點解我哋係陷入呢個財金嘅危機啦，係咪先？咁你知最近即係央視俾人搞，因為你知李東新同周永康嘅關係啦，咁甚至依家央視嘅財經頻道。道啊，總監兼廣告經濟信息部主任啊，郭振曬都俾人搞，甚至央視啊高層啊，立成光都俾人搞啊，即係連嗰啲財經界人士都俾人搞喎。我嗰啲內地，喂央視嗰啲，你知唔知佢可以空人，然後叫人哋俾水佢噶？你記唔記得好耐之前有一單就係講話內地有間叫唔知達文西定乜嘢嗰個家私咧，咪話佢出啲假貨嘅，意大利假貨嘅。事後而家傳翻出嚟啊嘛，係實情啊，俾央視空啊嘛，即係話如果你唔俾錢，係啦，佢就爆你身，係啦，咁佢好多係㗎，咩舌尖上嘅中國啊，嗰度好多啲以前嗰啲咩中國食物檢查嗰啲節目，全部都係咁樣嘅好多都係咁，全部都係咁，即係佢拍好曬，然後就會要挟你唔幫水，係啦，或者你放水嘅就幫你宣傳咯，係啊，所以點解而家央視嗰度一立，你見到基本上個個無一幸免㗎，
因為上面呢啲情況叫咩？叫打零食啊，即係佢哋嗰個動作係點？咁你知道上面咧有啲生意人同我講過咧，做生意哇，點解成個辦公室都係獎嘅咧？咁巴閉嘅係咪先？有錦旗有獎啊！你咪話蕭山門口啊你？多好多添啊，即係多十倍添啊！唔係多十倍，係啊，真係誇張。你細細間嗰啲玩具公司，跟住又做下少少塑膠嘢，都算識微㗎啦。仲有啲咩騎呢獎啊？係咯，邊度點咧？跟住佢話啲獎我唔想要啦，啲獎。是那些咩部門打俾我，你要不要獎？呢、這個獎就幾多錢？你不要咧，你就小心啲啦，係咪先啊？即係啲獎係呃俾你，你要俾錢買啊！好即係好離譜咧。咁呢個筆光紙啦、銀光紙同講槍光紙同講咗啦。咁一個刀把紙，刀把紙係咩？就政法系同文宣系，即係幫你去鋸人嘅就刀把紙，係嘛？咁咧即係講完即係四大嘅派系咧，咁你知政法系文宣系屬於北江子，刀把紙政法系，咁你知周永康俾人搞啦。咁之前嘅羅剛我都話有機會，即係李鵬時代嘅即係刀把紙都有機會俾人搞，因為你牽涉入呢、這個新四人幫搞嘅政變。咁劉雲山嗱，佢最近即係有啲咩衰嘢咧？就話說。劉雲山掌政之後，文宣系咧其實係好高壓嘅，即係俾人話之前鄧力群就係呢左王啦，八十年代，咁佢千禧年代就劉雲山，咁佢話咧依家咧宣布咗啲咩七月嗰陣時候，就話所有互聯網嘅電視節目係唔可以播境外嘅電視劇、網絡劇同埋電影，即係甚至係除非有批准先可以播。咁呢個其實我記得就好早嘅時候，中國嘅電視台都有好多唔同咁樣嘅限制嘅。譬如曾經試過就係黃金時間就唔可以播日本動畫啊，就只能夠睇即係本地嘅動畫啊嘛。咁依家係去到網絡電視都唔可以。係網絡電視都唔得。係啊，就七月開始。即係以前我哋咪好多人咪上網睇係啊，小米電視係人人影視 ban 埋啊嘛。而家係講要下架。係啊，有個別係已經下咗架㗎啦。希望我 download 嗰啲唔好啦。越嚟越離譜啦，即係如果你想睇要做啲 download。唔係㗎，其實早排都有試過係美劇下架，跟住依家又上翻曬啦。而家又再打一次。依家又打，即係你知上面越嚟越即係嚴謹，即係多程度有時鬆就有時緊，咁呢排緊。但最諷刺就係佢哋以黃岐山為首嗰啲常委啊、中央委員啊，其實全部都有睇美劇嘅。係啊，即係結果就佢哋睇嗰啲就唔使下，人佢哋冇睇嗰啲就要下，真係慘。係，所以即係出現啲品味問題咯。人哋咁好品味，你唔跟係咪先？睇呢個 House of Cards，House of Cards 永遠都唔會下架，因為黃岐山講過佢。唔係個習近平睇教最中意教父啊嘛，但係一般人內地人邊睇到教父嘅啫？即係你唔係同啲非法渠道、灰色渠道邊度有教父？睇啫，咁佢本身都可能係教父啦。咁又特工睇佢咪得咯，睇我咪咯，我咪乾花旦。咁咧咁你知即係劉雲山啊，甚至劉奇寶呢啲，即係依個叫雙流啊嘛，即係文宣係雙流咧，即係兩個都揦渣咧。咁兼且佢哋專係用啲黨媒啊，就去幫你做喉舌，你知噶啦。但係你知原來最近咧，今年有個統計就話電視嘅收視率係比上年同期啊跌咗兩成。係。報紙或者報刊的訂閱率就收跌少了三成，咁呢個唔知係咪同網退有關啦，同網略。不過呢啲都係全世界的趨勢嚟嘅，係趨勢嚟嘅。但係咧即係有咁通常好多人咧就俾人減曬人工啊、減福利啊，甚至減人手。但發覺咧，如果中央一級嘅黨媒就冇事，即係 CCTV B 啊、人民日報啊、人民網啊、環球時報啲冇事。但係如果你省級或以下嗰啲報刊、電視台全部都中招，咁有啲人話就即係雙流就係保住呢個咁嘅黨嘅喉舌啦。咁啱啱即文昌講好多咩打零食嗰啲狀況，即係要挟你要俾錢咧，其實就係因為啲收入少咗之下咧，就要被逼去開一啲新嘅門路去賺多啲錢，所以最近呢啲咁嘅勒索啊或者威脅你嘅行為就越嚟越多咧。咁劉雲山你知誒呢一個人就七月嗰時咧，佢就去咗青海，咁就主持同埋之前就主持一個全國優秀嘅青年輕幹部工作座談會，咁啲人啲好奇怪喎，孖住佢嗰人一齊去出游咧，甚至主持會議係趙樂際，佢中組部咧，即係佢負責啲人事升遷嘅。咁以前曾慶紅、周永康都坐過呢個位，咁表示依家劉雲山係咪話佢喺黨內勢力唔係好好，俾團派李克強又針對佢啦？我上集有講過，習近平又安排啲人去喺身邊去，即係例如何毅庭啦，呢一陣去掣肘佢啦。你見到劉雲山開始有啲反擊啦，
有些反擊就孖住趙樂際呢個咁嘅世界仔，就喺中組部啊，喺啲文宣係，甚至喺啲人事安排方面咧，就鞏固佢勢力甚至發展啦。所以依家有個趨勢，啲人就講就係、是。劉雲山將會加強勢力去反擊習近平和李克強，咁呢個唔知真定假，但你最近見到喺呢個文宣係咧，亦即係劉奇寶對話史嘛，依家劉雲山同劉奇寶係有摩擦嘅，就話説有一個叫做國網辦，即係國家網絡安全辦公室啦，之前咧就有啲網媒啊，同埋有條友就叫程先生啦，就發咗消息，七月嗰時。就話賈慶林就貪污俾人查緊，咁你知賈慶林就係阿習近平嘅恩師啦，即係佢靠山喺冤華案嗰陣時，因為福建咯，係啊，嗰時因為習近平就包庇賈慶林嘅老婆嘛，阿林有芳嘛，於是咦賈慶林話咦掂喎呢條僆仔，於是就捧起佢啦。咁後屘同江澤民就力戰，咁陳良宇上即係喺上海出事之後咧，都力戰阿習近平再上位嘅，所以你見到。習近平之所以有今日，全靠係賈慶林當時嘅器重嘅。咁咧發現咗啲消息嗰時咧，習近平就啱啱去緊歐洲同埋去拉丁美洲做去出遊。咁結果咧，啲人就有機會就可以發啲留言啦。咁於是劉奇寶咧就想嚴懲啲債人嘅，就發咗消息就話要嚴懲所有喺網絡上不實嘅網站同埋網絡應用嘅帳號，即係邊度寫邊度 ID 都要查佢。網絡實名制冇錯啦，但係點知劉雲山撳住先，就話唔好搞住，咁等阿習近平翻嚟先啦。咁你見到劉雲山係專登係想落阿習近平面嘅，所以呢一單嘢就暫時啲人就預示到，究竟即係蕭山話係咪即係劉雲山會俾人搞咧？嗱，未知，但係見到依家劉雲山係有反擊嘅，咁似咁呢個反貪嘅大戰會發展到咩情況咧？係咪先？下回又要再分解啦。這個真是一個不解的謎，但我有一點補充，因為最近文匯報最先報導中央財經領導小組開會，最近原來中央政治局常委周劉雲山竟然身兼這個財經小組的即副組長，是啊，看下來又即是說經濟要宣傳，經濟要靠吹，但你想想財政部長，我經常說他劉雲山掌握很多要職㗎嘛，但偏偏習近平係擺啲人喺身邊去牽制佢啦。呢個小財政部長知唔知邊個？就劉繼偉，佢就習近平嘅啲馬嚟嘅。所以你唔好以為有時劉雲山掌咗高位咧，習近平就揾啲人喺你側邊咧就牽制住你嘅。呢個就習近平大戰劉雲山嘅玄妙之處啦。休息一陣。作為一個香港人，維持香港人嘅尊嚴就係、是。我話你係要教識下一代，教識新一代，乜嘢係啱嘅，乜嘢係唔啱嘅，而係會為原則堅持到底。去到呢刻就即係咁樣係。呢、這個 to tell 乜嘢係 right， 乜嘢係 wrong， 係同埋民主係一樣咁重要，即係咁樣係。所以就情願唔要。逢星期一、四晚上十點，蕭若瑤，蕭瑤瑤。騎呢論證城邦地獄爆破地獄，即兩位都知咧，即又坐翻要坐翻啲坐姿，咪驚俾人投訴。呢個咩坐姿？梁國雄議員，呢個立刻離開議事廳。好，好休閒。呢個係即好沉鬱，即好深情嘅坐姿。但呢啲係好蝗蟲式嘅坐法喎，法西斯。蝗蟲啊！有冇聽人講咩？如果我將全世界嘅人都鬧做蝗蟲，咁就唔係種族歧視啦。咁我係咩？我咩品種啊？我點知你咩品種？我就係知你將啲鞋放上個梳化度，呢啲就係蝗蟲。我腳毛長嘅，係啊，長毛品。我就知上一集啊 ，Soho 啊嗰啲飲品啊，賴到成個梳化都係整濕曬。蝗蟲，蝗蟲嘅係啊。上一集賴尿做咗賴尿，濕到你就你坐呢位咯。坐到全部濕曬，唔怪之有陣味啦。嗰啲汽水啊，成都倒落嚟。跟住我唔會㗎，個汽水又唔抌走佢，又唔抌啊，繼續擺喺度。係咯，真係呢啲要譴責。唔係仲想倒第二次添啊？後邊係。咁啊，另外亦都講翻啦。頭先我哋話我哋依家陷入一個財金危機啊，財政懸崖啊，係啊，要揾啲投資者嚟教我哋點投資啫。咁啊，其實最主要就係因為我哋啲津貼俾人 cut 咗啲啦。原本我哋都諗住，屌我哋使乜貨金啫？我哋根本就依家蕭山對我哋好好。依家就 cut 咗啲啦，不過 cut 同
即係唔需要揣測啲原因先。係啊，其實原因就唔好講咁嘥差。可能有啲人以為因為投訴所以 cut 我哋，咁啊完全係想錯你哋嘅。唔係，咁你哋有冇恐懼先？冇恐懼，但係有心如刀割。都唔好以為迷惘有財政危機。迷米啊，依家係賺好 Q 多錢。咁啊，依家最大嘅問題就係我哋原本就諗住貨金，但係而家真係要考慮一下。因為依家我哋跌入呢個財政懸崖咧，做節目嘅好辛苦啦。咁希望大家幫我哋諗下，其實我哋依家仲未諗到有咩方法可以解決到個財政危機。冇錯。咁希望大家可以幫下手啦。文昌又彈幾隻 number 俾我哋。係啦。啊，同埋即係啲迷米原來賺賺錢啊！唔係我亂噏嘅啫。我真唔知道，真係唔係咯，亂溝，我不嬲都係亂溝。你咪你小生，蕭生又喺最新佢消息，又要講網台今次網台嘅即係揾錢史定係即係收入史啊？仲喺度講，唔撚咁講，仲喺度鳩噏。咁都係你啊！係啊都係爆料係你嚟啊！屌你，啲料我都唔知啊！繼續繼續繼續，仲要殃及池魚啊！係啊，得屌！哇，係我冇話喎，不過話時話都要講。Soho 今日 send 咗 PM 俾我，佢話。蕭生嬲完未啊？我唔知嬲乜撚嘢啫，但係佢熬緊曬底喎，賴曬尿啊！佢依家真係唔係上次賴咗啦，係啊，今次再賴咯，所以呢咪蝗蟲咯。佢以為佢邊個先會嬲佢？因為蘇豪真係，如果蘇豪有慣性失禁要緊，係佢真係要帶個殘柱起身。唉，但係大家即係兩位都知，其實我係一個好長情、好專一嘅人嚟，係即係我對女士特別尊重啦，係即係有啲女士咧，我又過目不忘，係咁。如果大家係有聽薄扶林啊定咩時代咧？即係有位女士咧，我專係咬住唔放嘅，即係特別吸引我嘅。所以你一定唔係吹蕭邦，我一定唔係吹蕭邦。因為你咬住嗰個都冇燒嘅，冇錯係啊。咁呢位女士咧，即係其實唔係咁好咬，因為佢人妻啦，係咪先？咁佢老公都係都好人嚟嘅，雖然啲人即係曾經都話係梁粉，梁振英係啦，即係話係梁粉。咁但係佢老公我都幾 like， 即係好搞笑、好幽默、超人嘛，係咪？咁呢位女士咧，即係好多次即係。不出三四次喎，最少三四次，係攞啲文章嚟鬧，因為成日寫埋啲文咧，即係我覺得都係垃圾嚟嘅，即係唔好垃圾，係歪曲事實。佢加潘麗瓊啊嘛，絕代雙驕。呢兩個真係勁啦，潘麗瓊就係阿伯米姐嘛，潘麗瓊真係勁喎，佢嗰個快樂嘅書房咧係書展啊，我都講過一次噶啦，為咗吸引人買書咧，吸引人買書咧，買書送豉油。即係你話 cheap 到咁，即係你唔好賣書啦。即係賣書好過啦。唔係咯，我又寫嘢，你又寫嘢，你真係收家呢啲人係咪先？唔係你賣得質素，又即係鹹書咯。唉，係咯，係咪先咯？係喎，超真係。咁但係你今次又想咬乜嘢咧？嗱，因為今次咧8月19日明報咧，你知屈榮賢有專欄噶嘛？咁佢應該係同阿陳識之啲隔日，同埋我唔記得阿黃明樂啊，係咪啊？係。咁咧佢最近有一篇報道就叫文章叫做《預設的出醜報導》啊，就話咩咧？就話好多傳媒啊喺反佔中大遊行做爪渣，佢話咧啲傳媒就會專登以魚翁散沫嘅方法啊，手持一啲參加遊行即係參加團體名單啦，就逐個打去問你哋係有冇錢收啦，有冇安排食飯啊？佢話呢啲咁嘅做法咧。傳媒就叫咩咧？預設式嘅報導係先有立場，甚至結論，然後找證據，或者唔使證據，以聽聞收風消息人士就成講嘅嘢就成為新聞啦。咁即表示咩咧？即你知最近反佔中嘅遊行就俾人爆咗，有好多團體都收錢啊、派錢啦，係咪啊？派呢個咁嘅即免費午飯啊、旅行團啊。Now 啊、有線啊、明報、經濟日報啊、蘋果日報，全部東方都踢爆。係真係見到有足有收錢嘅喎，即係有卧底嘅錢由200蚊嘅記者啊嘛，係咪先？咁啊屈永賢就話你咁嘅做法咧，就先有立場，甚至結論，再揾證據，係咪先？甚至話你係即係有做新聞之嫌啦，即係佢咁寫係咪先啦？即係甚至話唔使證據。咁即係因為咧之前其實呢啲唔係無的放矢嘅。之前就係因為係有新聞喺呢個反拉布嗰時候，係有即係喺廁所派錢啊嘛，俾人影到相啊嘛。咁之前係唔少所謂嘅撐政府遊行係俾人又係揭發有派錢啊旅行團啊嘛。咁呢啲唔係無的放矢喎，呢啲係即係根據以前過往嘅事實再推演，會唔會今次都有機會？尤其是今次咁多人咁執行馬係咪啊？咁同埋況且，如果係冇任何團體去派錢。冇任何團體俾免費午餐，
就算你記者放蛇都放不到蛇咯，係咪先？即係等於你如果啲人唔去叫街，差佬放蛇都拉不到人喎，係咪啊？咁呢個即係屈榮賢有啲本末倒置啊！咁佢即係好似譴責嗰啲記者係唔負責任點點點啊！喂，大佬，呢啲先係負責任嘅做法啊嘛！因為之前就有傳聞就話會唔會呢啲團體派錢啊、免費午餐啊，咁你記者唔可以因為傳聞、因為有人咁樣講。而你就直接寫落報道嘛，你必須親身去查證嘛，即記者就係要即求真相、報事實、講真相嘛。咁你要親身查證，真係打電話去或者親身去放蛇，見到有咁嘅情況，你先去報嘛。即呢啲先係負責任嘅表現嘛。咁屈榮賢啲邏輯咧係為咗即係保良啦，為咗幫反佔中大遊行呢啲咁嘅嘢去塗脂抹粉，而佢寫出呢啲咁嘅文章咧，都好即係好悲哀啊！甚至佢話咩咧？啲記者為咗揾山伯啊，走遊行嗰時候專登揾啲懵成成嘅參加者去就受訪，醒目嗰啲咧就唔揾，係咪先？即係話你點解嚟遊行啊？鳩退嗰啲咧，係咪先？之前即係反拉布，你點解嚟反拉布？我都唔知啊。好似我嚟買餸或者路過，即係好多啊嘛。喂，第一，係咪懵成成？你未答咗，你未答嘢唔知啊？係咪先？即係好似我撐張榕係咪先？反中央係咪啊？即係呢啲你唔知啊。但你從來冇見過任何七一遊行、六四集會係有呢啲問題喎，係點解撐政府咧特別多咧？係咪先？點解你唔檢討呢個現象，就反而話喺啲記者專登揾啲懵成成有眼睇啊？超原來，喂，即係講真，你鬼知呢個師奶真佢懵成成睇樣睇唔出噶嘛？啱唔啱啊？即係呢屈榮賢呢啲係即係叫亂嚟嘅，甚至佢話咧點解傳媒同反對派唔可以放下成見，尊重對方都話百幾萬個簽名，十幾萬對腳就難道唔係民意？啲人冇話你唔係民意喎。佢話民意點解要分高質素同低質素？第一，民意係唔分高低質素，其實都可以分嘅。但最少就分真同埋假。如果你係派人俾錢遊行，嗰啲係假遊行，嗰啲係做數篤數嘅，或者你係根本係嗰啲即所謂民意簽名有些是假的，即哪怕只有十分一都是假，都是假。民意未必有分高低質素，但必然有分真和假。你做記者是不是要踢爆一些假嘢呢？即你不是文匯大公報，有時啲嘢都未求到消息，有時民意 是假，你要照報嘛。咁你屈榮賢，喂，即係講真，雖然你個樣子都不是正的啦，但都講一句輕本佳人就奈何作差，即係點解要寫埋咁啲文章呢？我覺得做一個打手，即係我啱啱講你不光子啊，你姚文元都支流都好啦，即係你寫都有少少質素啊。就算你護主保護梁振英，支持反佔中大行，你都唔係寫咁低質素。你之前啲文章不嬲都好低質素，抹黑社運人士啊，抹黑大學生啊，即係佢呢啲叫咩咧？呢叫比即係我好尊重啲出賣肉體妓女，因為佢係靠努力靠辛苦。但屈榮賢呢啲就係叫做文壇妓女啊！是出賣靈魂，冇錯，就呢就文妓咯，佢屈榮賢係咪先？陶傑得唔係個 level 啦，根本陶傑自己聲稱啊，自己都聲稱係噶嘛，即係佢啲戲稱嘅。但屈榮賢啲真正係啦，扮曬正大正義立諗言，但做文妓，做一個出賣靈魂嘅雞。你問你屈榮賢係一個下賤到出賣靈魂嘅雞？如果我係你老公咧，我真羞恥。即係笠住個頭做嗰個翹到肉食不少啦，因為見有咁嘅老婆你唔羞恥啊？喂，你呢咁嘅人，你荼毒等青少年，你寫啲文章係歪曲事實，你冇良心，冇社會責任，你呢咁嘅人，即係點樣講咧？即係俗啲講嗰句，抽紙擺嚟嘅係咪先啊？即係咩啊？咩叫抽紙擺啊？哇！你咁有火氣，你驚唔驚收信啊？隨便又隨便啊！啱唔啱啊？隨便唔係先，唔係其實真係好簡單，因為成日都係咁啊！屈榮賢一而再，再而三，誤導人。屈榮賢啲文我就基本上唔睇噶啦，因為佢嗱，其實最可恥嘅地方咧，係屈榮賢本身咧都係記者出身嘅，冇錯啊。同埋做一仔高層喎，一仔做個副總編輯嘅，即係你冇可能咧幾間咁樣咁多間傳媒機構，你嘅後輩、你嘅後進。大家證據確鑿，拍到有人收錢，好擺到明有埋價，百五蚊到四百蚊，然後你仲可以即係用你嘅邏輯話人哋預設立場，咁所有記者唔使做嘢啦。因為你傳媒出身，你仲講啲咁嘅嘢，做埋高層，乜你唔明傳媒責任嘅咩？
你以前你不是做文匯大公喎，你做一傳媒喎。但係佢，但係呢，但係屈永賢就香島中學即係讀書嘅，即係佢一路都係國粹，一路都唔係你要國粹唔緊，你咩立場係唔緊要啊？即係你親咩立場緊要，但係你唔好歪曲事實啊！完全唔講邏輯，唔好顛倒黑白嘅就真係好得人驚。因為呢個其實最簡單有兩個傳媒最基礎嘅概念，佢都係搞亂咗。第一樣嘢就係佢話嗰啲嘅傳媒即係特登去預設立場，喂，但係預設立場同埋去揾出事實。兩樣嘢，就算他預設立場，如果他沒有證據確鑿的話，他的立場都不會可信，不會表達到出來的嘛。第二樣嘢就是你說一間傳媒就或者間間都做，還要連亞視都做，就算你自己在這篇文寫的明報都有找，喂，當每一個傳媒都找到同一個結果出來，這個就不是你應該要去反思一下究竟這個活動是不是出了問題呢？你而不是將責任放在傳媒上。所以即我這麼生氣這個人呢，就是說他是出賣靈魂的文壇妓女咧，都係即係都嫌鬧得少。佢有三個女喎、啊。不過我又覺得你唔係佢女就無辜，和不合家人啦，你衰人。不過我想講文妓都有好多 level 嘅，譬如頭先你講阿陶傑啊，講阿講阿邵逸，我又覺得唔係講笑。如果你有睇佢以前寫《東方功夫茶》，同埋睇蘋果嘅之前，即係以前寫文，佢自己都話精神分裂，你就知道好明顯係唔同立場啦。所以咧，佢唔得。如果你話呢一個嘅屈永賢係文壇妓女咧，都有分級嘅。佢就係文壇一嚿水，文壇一嚿水，廟街嗰啲一嚿水，一嚿水啊，好，文壇一嚿水妓女。休息一阵，巧唔怕旧，最紧要有一个话你知咩系好巧嘅节目。但系你请男朋友食饭咧，你就你想男朋友，哇！阿 Ken 你煮嘢真系好食噶，好简单，佢全部都炸得噶啦，一炸就好食噶，真系噶。总之女人话俾你听，秘笈对男人就系、是、最紧要炸，炸型咁嘅先炸到型先。巧到用时方恨少，超人林超荣。文公子 Kate 逢星期一晚九点，迷迷香港是有种态度。万人都识鸠噏嘅嘢，即系万九几人都跟住鸠噏，仲点会系出众嘅戆鸠啊？由爆破地狱主理嘅万人鸠噏教室，提供网上各种交论指导，教学点位于爆破地狱节目内，详情可上。爆破地獄 Facebook 群組或致電蘇豪手機查詢。好，回到嚟爆破地獄第三節，又是萬人鳩噏的時間啦。咁又原來阿文昌未聽過呢個萬人鳩噏即教室精講，咁啊以後要上多啲堂啦。咁上多得多就會鳩噏少啲。咁啊今次講幾樣嘢啦，其實都未必完全係鳩噏嘅，都係有很多係議題上面嘅討論嘅。咁啊，首先第一件事就當然啦，即係頭先講到媒體就要講呢一個嘅即係伍嘉廉被炒事件。係。咁啊，其實大家都知道，即係伍嘉廉就係原本係呢個黃係咩？喂，不如你。唔係冇，以前同事嚟咯，係喎，你以前都係 DBC 做過嘅喎，都係你以前同事嚟㗎。同我即係我讀廣播嗰時，佢咪對面房做黃金的旋律咯。係啊，咁你哋有冇交往過？佢拉屎啊！佢係我記得有一次去廁所一齊跌屙尿咧，係一齊跌落地咧，你度唔係跌落你度。佢隔離佢望住我，咁佢點頭？係啊，咁嗰時你佢咁樣點頭，可能已經係賴緊啦。點我認可你喎？認可你啊！一齊屙尿啊！認可你啊！咁你要撐佢喎？係啊！咁你仲有啲撐佢先？我撐大班，你撐大班啊！今次好啊！點解咧？不如你講下。嗱，咁試完呢單嘢，因為就話即係大家知，伍嘉廉就要做呢個反佔中大遊行嘅司儀啊嘛。咁大班就係即係同埋即係大班 D 一百就出咗聲明啦，就話。之前就比較最有通牒力嘅，如果你做咧，我哋即係會終止噶啦，合作關係啦。咁伍嘉廉都係最尾都係要做嘅，堅持要做。係啦，咁結果就真係俾人停咗佢節目啦。係，係嘛？咁當然坊間有兩聲音話抵停啦，係咪先？係，有啲就唔抵。憑公義好憐憫，你都唔講真話嘅時候，咁你仲有咩資格做落去呢？咁兩邊都有理由嘅，咁有啲話，即係你伍嘉廉就做音樂嘅節目係咪先？咁佢亦都冇利用佢節目入面發表一啲係反佔中、親建制聲音，點解要炒呢？係咪啊？咁有啲人就話將佢呢單嘢同李慧玲佢相比啦。咁當然又唔可以完全咁比。因為你始終商台係大氣電波。用緊即係有政府嘅資助啊嘛，係咪？咁你亦用緊市民嘅資源啊嘛。咁你話即係。
網台就不是嘛，係咪先？即係老闆中意炒你就炒你啫，即係合唔合理你都冇得 air， 係咪先？咁呢個就不可以完全咁相比。但點解我撐 D 一百咧？今次即係當然你話佢如果 D 一百係一個講到明，我係好似商台港台咁啦，即係咩聲音都可以嚟嘅。咁你就唔應該炒，唔可以因為任何員工嘅政治立場。咁你話佢喺節目，佢係音樂嘅節目同埋呢個咁嘅冇喺節目發表親建制嘅言論。咁呢個我覺得係可以相確係嚴咗啲嘅，即係今次的而且確係嚴咗啲嘅。但係 D 一百啊，你諗翻喎 ，D 一百係點樣要出現嘅先？係因為大班 DBC 即係根據佢公辭咧，俾紅色政權打壓。咁DBC 大班冇得做。先要整一個係因為被人打壓而出現的 D 一百，即係好似被人逼上梁山嘅。咁梁山撲嘅英雄都全部都係反建制受壓迫先過嚟㗎啦，係咪先？咁你去得梁山撲嘅英雄，咁冇理由一個即係縱使係音樂嘅節目，係會係親建制嗰邊係做咗打壓有份做即係。政府打手打壓嘅，即係親對親嗰邊啊嘛，係咪先？即係一啲破壞公義誒對嗰邊啊嘛。即係如果你其他電台即係都可以，但係 D 一百你諗下佢點出現喎？咁當然有啲人就係、是、咁，你其實伍嘉廉呢行當係即係接個 job 嘅，係咪先咯？你 D 一百係咪其實應該可以有啲補償佢，或者係你溝通方面可以好啲啦？嗱，呢樣就可以斟酌。但我即係從大原則上。D 一百的而且確喺個退梁山泊，係咪先？咁我覺得如果出現咗一啲係即係親翻打壓人嗰邊、親政府、親建制嗰邊，咁其實佢唔同你再冇合作嘅基礎，咁我覺得都係好正常。咁啲人話係咪咁？係咪 D 一百唯一可商榷之處就係你本身係咪呢個形象帶得唔明顯俾人咁人即係認為你做得唔好咯？咁我睇法就即係其實我就支持阿蕭生或者趙博嘅立場喎。咁我覺得。其實即係始終啦，即係其實可能承接你嗰個 point 啦。我覺得，喂，你大班如果係真係話，突然間我覺得你講呢啲我就接受唔到，就唔容忍要即炒啊。咁其實你應該講得好清楚，因為佢一路都講，呢啲就係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喂，但係可能有好多政治唔同立場嘅人覺得佢嗰套先係講真話、行公義同好憐憫。可能吳嘉廉覺得我自己都係講緊真話㗎。點解你唔俾我講？我覺得即係認為，即係其實我哋之前亦都有講過啦。其實反佔中亦都唔係話好。純粹的一個即係反民主嘅，因為保普選嘛，都係因為有些人真係覺得，喂，我就係保普選。譬如我哋之前講阿黃玉郎咁，又傻更更拎個牌講，你睇下佢唔係，喂，佢真係唔係諗住博乜嘢喎？佢如果係博乜嘢，就梗係叫曬記者去帶埋一棚人，或者去做曬 show 咁樣去發表演講啦。即係佢都唔想俾人，即係佢喺 show record 問佢嘅時候，佢都唔係好想答，即係佢自己真係想一個普通嘅。示威的人去，咁我覺得喂有一啲人可能被誤解，呢啲似唔似唔似係咩？即係被誤導似，即係民主建港聯盟，佢民建聯都係有民主，係啊，民建聯都係真係爭取民主，佢用美加都係咁啊，即刻試咩啦？民主建港聯盟係啊，唔係因為即係有好多人可能佢可能未清楚，又或者可能佢自己有嘅佢嘅睇法，咁除非即係譬如好似阿蕭生咁講，我就用一啲法西斯嘅人喺度做，邊個係呢啲咁嘅鼓吹宣傳？下一秒就唔可以喺度做，我一吹身比跳啊！唔好你啫，你而家有挑動仇恨啊！你而家挑動主持之間嘅仇恨啊！下一秒你都唔撚應該做啊！咁所以咧，我自己個睇法就係，既然你唔係講得好清楚咧，我覺得就算你好不滿，你可以同佢講，但係應該係過咗呢件事之後，你再俾一個即溝通上，我認為有問題。係啊，同埋我覺得即係如果係我立場，我覺得你可以俾個警告佢，即係我係同意你，其實網台你唔能夠類比話。但係佢話佢俾咗最後條通牒啊嘛，唔係啊個問題，喂，我接咗個 job。如果我推咗個 job， 我唔好講金錢，可能要賠錢啊嘛，問問。喂，我喺呢個社會上面嘅信用可能都破咗產喎，即係呢啲係點樣去彌補咧？即係有啲嘢可能翻唔到轉。即係好多內情我都唔知。係啊，所以如果係我覺得即係既然係咁嘅情況之後，我覺得你可以俾一個最後警告啊，吳嘉廉話，即係如果你即係以後再做一啲同類嘅嘢嘅話，我已經表明咗立場，你仍然去堅持去做嘅話，我覺得我就唔能夠同你合作落去啦，就唔能夠話啊咁短時間之後突然間俾個通知佢，即係呢個就係我自己嘅睇。咁我又唔係話反對大班，即係。
我都明白，即係其實大班即係開辦呢個電台，佢自己有佢自己嗰個嘅立場。咁你話啊，其實可能有好多支持者都會因為呢件事對個台好失望，可能真係要好果斷咁樣去處理。即係可能佢嗰個出發點同阿蕭生好相似，就係即係呢件事最好就盡快解決咗佢啦，唔好令佢對個台造成更大嘅傷害。咁我覺得即係如果用咁嘅睇法嚟講咧，我係體諒佢嘅做法，但我就覺得其實嗰個處理係應該比較寬容一啲會更加好咯。因為依單嘢就群情洶湧，因為原本咧大班之前嚇，據我所知嚇，因為我都係略略聽過個情況嘅啫。即之前其實有聽眾都表示不滿嘅，就住阿伍山去做主席，哦，即都事前都知啦。事前都知，然後佢之前講嘅咧就係話主持佢哋主持私人時間之內做嘅嘢咧，我哋係唔干涉嘅。係啊，係啊。咁但係後來咧，就據講群情太過洶湧啦。係。咁所以咧，佢就最後變咗咧，由阿 Morris 侯國輝先生咧就下最後通牒，因為大班外遊。OK， 就下最後通牒。咁最後咁咪最後阿伍山咪決定繼續去做呢個主持咯。咁咪最後咪告吹咯。咁其實啦，伍山據我所知，佢都係一路都係收居馬費嘅啫。即係你話唔係佢唔係全身用一個好高薪嘅形式喺D100度幫手嘅。咁佢都係可能只不過係基於同大班之間個友情，咁繼續喺度做啦。咁呢件事其實因為如果嗱，因為嗰個咧係佢喺D100以外嘅自己嘅時間去做一啲 freelance。咁你話如果喺呢一度特別伍山自己都話佢冇乜。佢政治中立嘅，即係冇乜話咩特別大嘅取態。咁我覺得如果咁樣搞法咧，就可能會的而且確會惹嚟一啲疑慮，就係而家係咪所有你哋喺 D 一百開麥嘅主持？政治立場都要同 D 一百或者大班一致先，唔係一致唔緊要，我都唔知道你嘅立場不最大。唔係啊，就係唔知啊！你每一件事係咪都要完全一致先？唔知條底線係啊，呢個就係一個問題。即係慢慢，你而家去數下每一個人啊，蔣康文又好，邊個好喂？你係咪每一個人都係一樣劃一致？如果唔係，稍為有個人少少色彩嘅嘢，喂，譬如喺 Facebook 度寫。少少自己嘅唔同，係咪就要炒咧？就可能會唔會惹嚟好大嘅？所以我就係佢事前嗰度 set 個烏條例係完全唔清楚。所以因為其實另外一方面咧，我係好贊同咧，即係大班話成日私底下會同啲主持俾佢意見啊，甚至會鬧啲主持之類咁咯。喂，其實我係支持呢樣嘢嘅。喂，就係因為你透過譬如嗰陣時佢鬧陳景芳，我覺得咪鬧佢作為一個即係一個普通聽眾打回鬧，我呢有咩問題咧？甚至私底下鬧我都支持，因為透過鬧嘅過程入邊，你咪知道你同大班夾唔夾咯。始終呢個都係一個商業上嘅合作，你情我願咁啊。就算我係講下背後好多嘅友誼啊，或者好多理念上嘅嘢，咁所以喂大班其實平時應該更加多啲同啲主持溝通。佢有啲咩你覺得唔滿意嘅，你講明咩得？我就係唔中意你講呢啲嘢。咁如果佢發覺，即係嗰個主持發覺同大班理念唔一致，咁佢咪離開咯？就唔使好似而家太肉酸咯。我就覺得始終就因為伍嘉廉就係因為一個音樂節目，就係大班人從來唔會鬧佢嘅。突然間出現一啲政治上嘅爭拗嘅時候，佢哋就唔能夠好好即係可以涉，即係可以砌得埋。結果就我自己覺得呢個結果係其實係幾差。因為我見啲一百都唔少，即係曾經合作過主持都出嚟反應唔係太好啦，即係俾大班評語。即係，但係你印象中大班多唔多同啲主持傾偈？有冇同你講？嗱，我記得嗰時 DBC 我撞，因為你知我翻夜晚就深夜好少見到佢，但係都見到兩次。我記得同 Nice 度即係都問，你係主持咩節目啊？好啊，我陣間聽下，你足球龍門陣啊嘛，點點點，即係佢係。我印象係 Nice 都係。哦，咁如果你話大班咁嘅年紀嘅話，佢啊絕對可以同啲後生仔打成一片嘅喎。係。係嘛？即係佢又唔會喺你面前特別擺啲咩好，所以好大嘅款、啊。所以有啲傳言話佢成日私底下鬧啲主持，我就覺得呢個係誇大咗。唔係誇大咗。係啊，點會即係你真係喺 D100 或者 DBC 以前做過嘅人都唔係咁樣樣講嘅時候，就唔好亂咁屈佢咯。但係呢件事，即係你話翻翻去呢件伍嘉廉事件啦，如果擺喺一般傳媒機構咧，咁我係對咁嘅決定會有商榷嘅，因為你唔會喺文匯或者喺蘋果見到有任何一個記者係因為私人時間裏邊做一啲啊，譬如去參加反佔中嘅活動又好，咩嘅活動又好咧，會有即係咁大，即係話會係因為咁而冇一份工啊，因為呢個係涉及
你嗰個職業自由、就業自由嘅問題。一般嘅傳媒同埋大咁，但係大電波咧就但係問題而家就喺呢度，就係正正係呢度問題啦。因為 D 100本身而家係靠聽眾捐款嘅支持，咁所以問題就係如果啲錢咧係嚟自聽眾，啲聽眾係有好強烈嘅立場，你唔能夠就算係居馬費都好，我唔想俾一啲。在政治立場上面同我不同的主持，是那的而且確可能 會比較麻煩的，嗯，所以可能即這個是未來，所以為什麼收捐款，蔡東豪說喂為什麼收捐款啊，這盤生意做不到這盤生意的，在某程度上是對的，嗯，因為你就會出現這樣的問題，嗯，你很難有完全的編輯自主，如果你請任何一個人周庸這樣上去，嗯，做兩日替工，你都會很麻煩，咁係，係嘛？呢個就係而家客觀嘅現實啦。咁所以即係呢個係一個發生喺 D100嘅一個特殊嘅情況。但係你其他電台，如果你係有個咁嘅情況出現咧，咁我係覺得，但我又咁講，即係台台都有本難念的經啦。即係大家都知道網台係最多，或者你唔好講傳統電台，網台都係有好多啲傳人事上嘅紛爭，即係呢啲都冇辦法㗎啦。好啦，咁啊講完呢一個五加年嘅話題啦，咁另外咧其實就因為又係講，其實都係圍繞住八一七遊行嘅。咁八一七遊行咧係一個咧係政府即係或者我哋講啊中半官方啦鼓吹嘅一啲嘅遊行啦。咁所以其實咧我都想同大家咧係做一個歷史嘅回顧。好啊。咁其實喺呢一個歷史上，我哋差唔多時間啦，我哋翻嚟再講。黨控制唔到政治局七常委入邊四個喺人哋手上。尤其是吳旭、劉雲山，點能夠再將反貪腐進行下去？每次講完啲嘢就俾劉雲山下令收翻轉頭，嚇！咁最容易做嘅樣嘢就係立威啦，喺四中全會炒呢個劉雲山，換個律政戰書落去咁樣樣。哇！咁你咪控制個黨，唔清黨咧係冇辦法再進行下去。逢星期一、四晚上十點，蕭若元。逍遥游，热血风波，逍遥踩场，骑呢论证，城邦地狱，爆破地狱。好，嚟到最后一节爆破地狱。咁啊，我哋之前都有讲过啦，就即系八一七游行，我哋有好多议题环绕啦。咁啊，呢一度咧，我哋都会即系提及一样嘢，就因为八一七游行系同我哋以前香港嘅游行好唔同。就是一個咧係半官方，即係由中國共產黨喺後邊推手啦。有好多嘅一啲嘅即係土共組織啦，其實都係一啲同即係共產黨就係特區政府有千絲萬縷嘅關係，鼓吹出嚟嘅一個遊行。喺香港嚟講，我哋其實都算係好新鮮嘅，少，因為親建制嘅遊行都少啦。嗱，我對上印象中有一個親建制嘅遊行咧，就係呢一個反大奸。反呢一個嘅斬大奸，係啊，斬大奸反阿盧婆婆嗰個嘅，即係走領會，係啦，即係支持領會上市遊行。咁呢個係親建制，但係都唔係話有啲咩政府組織嗰個係利益，嗰個就因為利益，因為大家都買咗領會，買撚咗領會，梗係要上市啦。但你記唔記得之前反拉布集會啊，反拉布遊行呢啲都有啊嘛，係嘛？但係就冇今次呢個嘅撐警啦。但呢個就係好大型嘅，好大型嘅組織性，即係應該係回歸慶巡遊。是啦，因為係因為嗰個誇張程度可以去到幾萬人，但係你話其實外國有冇啲例子咧？其實都有唔少嘅，係廿五萬。OK。咁其實外國都有唔少嘅例子嘅，咁啊可以阿林康正去介紹一下。好啊，先睇下啲圖啊。嗱，咁呢個咩事咧？你知今年年頭咧，一二月咧就委內瑞拉就有啲人就要呢個新總統啊，即係馬杜羅就落台。咁於是正反兩邊咧都曬馬嘅。咁呢個就係撐政府撐馬杜羅嗰邊，你都見到最左邊就係佢啦。係嘅。委內瑞拉嘅集會，冇錯啦。下一幅，咁呢個咩就伊拉克啊嗰啲婦女就支持翻十月派個政府，嘅即係支持你去打嗰啲啊，即係支持你伊拉克政府咧。係。咁呢一張就係即係當時你知倒扁同埋撐扁紅綠軍嘅大戰啦，係咪啊？紅三就倒扁啦，綠軍就係即係嗰啲。其實嗰陣時挺扁嘅遊行都係幾十萬嘅。即係你見到係咪先？哇！打到好犀利，即係兩邊都有，即係有一次。呢個係反罷免案㗎嘛，即係話要求即係阿扁要繼續留喺度㗎嘛。係啊，呢個有一次委內瑞拉就正反兩邊。咁呢個就撐呢個之前嘅即係土耳其嘅總理一當選咗對總統啦，即係埃爾多安嘅，因為佢就想將呢個世俗政權就變翻伊斯蘭味道就重啲嘅，咁呢邊就撐，即係伊斯蘭教徒出嚟撐佢嘅。咁呢一張咧就係埃及嗰時撐穆爾西。
即係有時莫啲人要莫爾西落台嘛，啲人就出嚟撐翻莫爾西，即係正反兩邊又打到流曬血噶嘛，似穆巴拉克嘅時代一樣啦。咁最尾呢一張就係唔使講啦，泰國啊紅三軍撐英綠嘅，係咁係黃三軍上台嘅時候有黃三軍，紅三軍上台嘅亦都係有紅三軍。即大家見到係歷史上誒無論係好多例子咧，係好多撐政府遊行都會同一啲即係其實都對壘嘅，同反政府撐政府。我諗最主要係兩個嘅方向啦。譬如我哋講北韓都有好多支持政府嘅一啲集會。一方面就係一啲獨裁啊，或者一啲非民主嘅政府，為咗要顯示佢自己國家嘅受歡迎嘅程度，就會去鼓吹啲群眾上街啦。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做法啦。第二個咧就係我哋話當嗰個嘅政府可能係好虛弱嘅時候，咁當然亦都好多時候都係偏向一啲即係非民主或者獨裁嘅政權。佢為咗要顯示自己的政府的權威，係啦，咁亦都會出嚟啦。咁啊，仲有一啲咧，其實就係宗教性嘅，譬如我講伊朗，譬如我哋講文革、毛澤東，即係呢一啲嘅集會，其實我哋都成日都會見，都係基於一個對政府上面嘅係啦抗議嘅支持，咁去做啦。咁但係仲有一啲咧，其實我哋話支持政府嘅集會，亦都未必完全係原即係一啲獨裁或者非民主嘅政體先會出現嘅。譬如我講烏克蘭啦，烏克蘭就因為受到一個好大嘅一個嘅俄羅斯嘅一個干涉嘅壓力，結果佢哋嘅民眾係好主動上街去支持佢哋政府，去抗衡。即係當佢哋發覺佢自己國家陷入一啲民族嘅危機啊，或者係一啲即係唔同嘅危機嘅時候，其實佢哋都會有一啲嘅民眾係自發上去支持政府。咁仲有一樣就係我哋頭先講嗰啲，包括埃及，包括我哋講呢一個嘅台灣，甚至泰國，就係當兩者之間個勢力係好極端嘅時候，因為支持政府嗰一班就好擔心，萬一個政府落台，換咗另外一個新政府上台，會令到佢哋利益受到損害或者受到迫害嘅話，而唔係通過選舉而下台。係啦，咁佢哋就會其實都未必嘅，即係就算係選舉都，即係總之如果係兩邊嘅勢力係好極端、好撕裂，而其中一邊係好擔心另外一邊上台的時候會令到他們受到迫害或者利益受損，他們就會出來支持政府。所以雖然我們說很多示威遊行大多數都是針對反政府為主，但是支持政府同樣是有很多不同種類，還有很多不同的例子的。主要剛才你看到很多例子主要支持一個首長，就是說那個政府的首即係最高領導責任領導，但好少係就咗一個好抽象，譬如喂反佔中啊呢一類咁嘅政策咧，係出現啲咁大型嘅即係遊。咁當然啦，我哋講反佔中其實背後都有一個嘅領袖嘅，就習近平咯。佢又冇高過，係或者梁振英冇高。不過我哋依個即係呢度係只不過希望即係介紹一下，等大家認知一下一個即係世界唔同嘅一啲遊行嘅特色啫。好啦，咁啊，仲有一個話題咧，我跟。想講嘅咧就係，即係其實我哋要講下喎，因為今日我哋錄爆破地獄嘅時間係好特別嘅喎。以前通常就係完咗呢一個嘅逍遙遊就錄噶嘛，咁啊今次係喺逍遙遊錄之前係錄嘅，咁啊結果好尷尬，因為通常我就做完逍遙遊之後咧，就可以聽咗蕭生嘅立場啊，或者等咁樣嘅講法，就再更正或者去修改我自己一啲嘅睇法。我更正自己。但係今次真係唔減啊，唔係今次真係冇啊。所以咧，我講呢個話題可能即係同釘，因為其實好諷刺就係我哋錄就先個逍遙遊，但係逍遙遊就播先個爆破地獄。咁啊，所以咧，如果你發覺我講嘅嘢前言不對後語咧，就即係冇辦法。即係搬龍門係咪？係可能會搬龍門啦。幾教徒都搬龍門啦。係最緊要搬啦，我愛明教宗嘅教徒梗係要搬啦，搬去咩度？唔好講死人。好啦，咁啊嗱，我哋先講翻啦。今次就係即係。即係一單新聞就係講即係呢一啲嘅泛民，即係26個泛民議員啦，即係除咗黃毓民之外咧，係全部簽曬嗰個誓約書。個誓約書就係話咧，只要咧中央嘅政府或者特區政府推出嚟嘅政改方案咧，係唔符合國際標準，佢哋就會否決。咁呢個咧就係嗰個嘅誓約書。好似都強硬喎。咁啊，聽落去就即係其實即係有唔同嘅節目話，可能蕭生都喺最新消息講過啊，咁樣樣泛民拉到嘅機會就好大啦。佢哋一定唔會再妥協，因為喂你簽完呢個再推倒，咪好樣衰。嗱，我先唔好講呢樣。嗱，第一樣嘢我好感慨係咩咧？即係當呢一個咁嘅泛民簽咗呢個誓約書咧，我就發覺原來成個佔中 D Day Three 咧都係鳩做啊！點解咧？因為佔中 D Day Three 其實就已經揀咗一個有公民提名嘅三鬼方案作為佢哋嘅一個主流啊嘛。但係而家佢做咩咧？佢就話我哋個底線就係國際標準。好啦，你去街買餸啦，即係原本咧你就可以兇人話喂，屌！如果平過6蚊，我唔買嘅。而家你開咗嗰個新嘅價格，平過4蚊我就唔會買，一肯定唔會買。屌人哋點會戇鳩鳩俾個6蚊嘅方案你啊？係咪傻㗎呢班人？即係縮定咯，唔係你而家咁樣縮，即係咁你佔中。
D-Day Fit D 嚟做乜鳩咯？唔知道，原來啲撚員都係冇撚用啊！全部都係跟翻一個最低嘅底線去做嘅。咁我覺得即係我嗰日去真係好撚浪鳩咯。咁啊，另外一樣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呢一個嘅即係底線啦，其實國際標準啦。其實喂，雖然你話咧，即係劉墉有講過，蕭生有講過啦，國際標準咪就係嗰啲國際專家過半數支持，或者嗰啲國際專家公認嘅承認嘅方案先叫做國際標準。喂。我冇聽過民主黨同意呢樣嘢喎，唔該你揾人真係問一問民主黨，佢哋嘅國際方案係咪同即係國際標準係咪同佔中三子嘅國際標準係一撚樣先？喂，唔係啊，大撚鑊啊，大佬！我最記得劉慧卿講過乜撚嘢？佢話只需要冇篩選，我話知佢叫做國際標準又好，中國標準都好，我哋都係冇問題嘅。喂，佢嘅冇篩選係咩叫冇篩選？就係只要有競爭，即係簡單嚟講，有民主黨支持，或者佢哋自己民主黨嘅人有得入閘選特首。就叫冇篩選啊，大撚喎！邊撚個同你講國際標準一撚定係一式一樣噶？喂，就算係一式一樣，你都要唔該問一問民主黨黑白紙黑字，除咗喺個誓約書之外，講撚到明係同佔中三子或者係有一個基礎好清晰嘅標準出嚟，冇。即係聯署咗都有機會民主黨去走盞。嗱，我一路都講啊，其實民主黨佢話咩叫做不能夠接受啊？佢就話過半嘅機構提名不能接受。喂，過半機構提名不能接受，咁四成半就唔過半啦。四成半係咪一個不能接受啊？唔係喎，佢四成半就話 O K 啦。喂，佢個諗法好簡單嘛，過半機構提名不能接受，咁不過半咪接受咯。四成半機構提名咪可以接受咯。四成半嘅機構提名可能就係符合佢心目中嘅國際標準。因為依家個問題就是國際標準任鳩你噏㗎，乜撚嘢個國際標準、啊？揾幾個？係啊，有國際專家，係啊，咪揾個國際專家，我吸引就話國際標準，人哋話佢國際專家，我去北韓揾一個專家，伊朗揾一個專家，中國揾一個，再古巴揾一個，咁四個夠曬國際啦！屌你老尾，咁撚多個州加埋，每人聯署就話49% 嘅機構提名就係符合國際標準，咁得唔得撚得啊？我真係好撚擔心，喂！你哋一路都即係有好多人真係好理所當然，哇！其實我真係覺得呢個真係盲點嚟喎。究竟乜 Q 嘢叫國際標準咧？冇人講啊！依家係，我都唔需要所有人講，民主黨都係冇聽講過大佬。咁呢個就係我覺得最擔心嘅地方咯。而家最企眼公民提名係德國，至於國民思潮嗰班，係啊，唔係佢話冇就話要罷課，同埋學聯係咪先？唔係另外咧，我欣賞學聯嗱另外一樣嘢啦，就係呢一個咁樣樣嘅即係誓約書啦。咁其實啲人話。我哋為咗要爭取大多數，所以咧其實咧，我哋即係降低個標準冇問題嘅。哇！我又好唔同意。唔係呢個時刻去降。唔係啊，點會冇問題？降低標準就有問題啊，大佬！你原先公民提名，而家降到國際標準，點會係冇問題啊？同埋咧，其實你調翻轉去睇啊，你爭取最大多數就 set 一個咁低嘅底線啦。其實調轉亦都係話俾你聽咩？高少少嘅底線已經冇撚人會理㗎啦。譬如話，我仍然堅持公民提名有撚用咩？因為26個誓約書。簽了就是什麼就是其實變相認同了只要符合國際標準他們就會投贊成票嘛那你人民力量或者其他的進步民主派就算你要求點高都沒用的因為這個誓約書就告訴你只要符合國際標準26個議員是可以完全立刻投贊成票是不會受到所有道德譴責的你不贊成去簽這個誓約書我又不是說不贊成去簽這個誓約書但很多人就說到簽了這個誓約書呢就等於即是沒有問題了即是現在就是穩陣了哇我真的覺得一點都不穩陣再調回轉再說一次那幾個國際專家我們之前已經說過了他們所謂的國際標準是自己推翻自己的戴大維和那個 Carol 他們自己在那個國際標準說過每一個提名是要平等的嘛提名權是要平等但他們自己提出來的方案都不平等的因為是有功能組別在裡面的喂當國際專家自己提那個的方案都是不符合他們自己提出的國際標準他們會不會因應他們所謂的原則去判斷一個方案符不符合國際標準呢我真的很擔心即當然啦即那你不會去譴責 有簽署人咯我就不會譴責的那有好過沒有簡單來說不是他們這次簽署是不是回應八一七其實都是其實回應八一七就是登一兩頁廣告歌沒有人知道是我知道是、啊、在頭版嘛、啊、當然你說即譴責呢好像、街站問題都會 出現嘛是最後一個是最後一個議題就是講街站的問題、嗯、
即係我覺得人民力量擺街站咧，即係不如先講我立場先啦。咁就因為有好多人咧就話，即係其實我聽過阿 Johnny 都有講過啦。咁佢就話：，其實真係唔係應該擺，因為太危險啊，好容易會即係受傷啊之類咁樣樣啦。喂，首先第一樣嘢，呢個係乜撚嘢嘅遊行嚟㗎？係保普選。反暴力啊嘛，因為反暴力嘅遊行點會發生暴力嘅事件呢啊，係喎，你信任群眾係喎。第二樣嘢，我唔信任群眾。喂，你都要掟掟雞蛋喎、啊，你都要信，你都要信任皇家香港警察之後嘅特區警察啦，係咪先？喂，特區警察梗係要維持治安啦、如果你連特區警察都不信任，那你就不要去七一和六四了、因為七一和六四都是特區警察維持治安的嘛、所以就快很多咯，我們所以行快很多。我的立場是這樣，我呢因為我自己呢是因為有不同的原因我不可以出席這些這街站、但是我是絕對不撐硬他們、因為在這個這麼政治低氣壓的時候，譬如我講周街佔中街站，喂，他們都是大多數的，即如果你覺得因為有大多數的人是推行一些的理念，你就不應該去挑釁他們的話，屌，依家咪成街都佔中街站咯，有冇一個任何嘅民主派敢出嚟擺一個反佔中街站啊？即係反反佔中嘅街站，冇啊！咁覺得好撚悲哀咯。如果我哋面對一個惡勢力，因為佢夠多，因為佢夠暴力，我哋就要縮埋一邊。哎呀，我等佢哋走咗先啦，走咗我哋先去宣揚啦。喂，我覺得呢個唔係而家呢個香港做嘅嘢。而家係香港危急關頭嘅傳奇，生死時即係生死存亡嘅時期。喂！有人去做呢啲嘢，你更加應該要撐佢，就唔係潑冷水咯。咁當然，如果以為認為危險，你事前要評估咯。唔係，當然，如果係危險，我就唔建議佢哋咧要求其他人加入嘅。最好就係身為政治組織入邊嘅人，佢哋自己已經有成熟嘅政治評估，覺得呢個風險可以就從咁咪去咯。我覺得冇問題。或者佢哋要求一啲義工去嘅時候，要同佢哋講清楚個危險喺邊，同埋盡量揾方法保護佢哋，咁咪冇問題咯。抱住真善人嘅態度，係真善人，唔係一個問題。喂！即係而家搞到法輪功係我哋全香港最勇武嘅組織，真係幾撚清關會。你講勇武嘅，喂，你睇講勇武嗰啲人全部去撚曬邊，唔撚見曬啊！勇武抗爭，你連一個反暴力保普選嘅遊行，你都唔撚敢去作出一個抗衡，咁你講乜撚嘢勇武啊？真善人都係。係，咁我都知道你唔撚敢講其他嘢噶，話題你聊出嚟講，你又唔撚敢講。佢話你想講喎，我一定撐人力，一定撐進步民主派啦。係，一定撐唔撐佢擺反佔中街站？如果佢認為冇問題，咪得咯。OK， 係嘛？好，咁啊，原本咧我哋就諗住問阿文昌咧一啲投資嘅心得，但係而家時間過咗啦，啱啱好。係啦，咁我又唔係好撚想幫佢宣傳，不過佢又喺其他節目會講下投資，咁我想話俾你聽，我都跟過佢買過贏過錢嘅，所以係啊，大家一定要多支持。好，今個禮拜爆破就去到依度為止。下個禮拜我哋可唔可以再挨到文昌過嚟咧？就真係睇下個禮拜先知啦。OK， 去到依度，拜拜。成為最強 creator， 贏取100,000現金及2015年電影演出機會。我要出人頭地！我要全世界嘅人都睇到我嘅 MV， 聽到我嘅歌。我要搞笑，我要填詞，我要搞笑，我要填詞。做嘢啦你！我要唱歌。实现梦想唔系一朝一夕嘅事，佢哋四个行出咗呢一步，透过 YouTube 呢一个媒介，一步步实现梦想，你都可以。立即登入颠播.tv， 填妥网上报名表格及上载参赛片段，你就有机会获得100,000元现金奖、2015年电影演出机会及其他丰富奖品。哇！有成100,000蚊獎金啊，正啊！有得拍戲添嘅喎，我幫你哋報咗名咯。哇！有咩啊？評判啱啊，嗬？評判啊！報名做評判，我暈啊！幫手啊！報名啊！戴眼鏡啊！評判啊！快啲參加香港最強新秀戰2014，俾全世界人知道你嘅能力、你嘅想法，拍一條片改變一生。一个 free 的平台，一早上网，有胆有声话，迷迷香港，无牌无挂。宇宙无限，世界浩瀚，
上次天文地理，下次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今个礼拜的浩浩汤汤。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李伟才，跟我一起主持这个节目的就是 Jeffy。 Hello 大家好。其实我们今天的讲题都是上个礼拜的延续的，如果大家有听过上个礼拜的，知道我们讲的什么世界之最了。是的，世界之最、世界之最我都讲过这个题目，其实就是我们叫做是讲得俗一点叫小学鸡即是小学鸡的题目来的，是吧、最高的山、最长的河、最深的海、诸如此类。但是其實如果你一路咁挖落去咧，你問好多嘢咧，第一佢有趣味性啦，但係第二咧佢有好多嘢咧係有思想性，甚至有探討性，甚至有批判性。係 就睇下你問咩問題嘅啫，你曉唔曉得問嘅啫，係嘛？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就會延續呢、這個。講題，因為仲有好多咧，原來我哋上個禮拜都冇時候分享啦。不過財哥，你係咪好似有其他嘢想講喎？係啊，我咧其實咧就忍唔住啦，可能就借就係、今晚呢個節目咧，就頭嗰十分八分鐘咧講少少關於而家呢個嚇社會上都都好多人討論嘅，就係、全民退保嗰個問題啦嚇、特別係周永新教授咧，因為我本人都認識佢嘅嚇，以前我喺香港大學工作嘅時期咧咁，咁當然咧佢係德高望重啊嚇，即係一個社會學嘅教授啦嚇，咁佢亦都以前有著書立說嘅，我都睇過佢嘅書啊，咁但係咧今次嚟講，政府就揾咗佢嚟去做呢個研究報告嗰個扶貧嚇委員會啦嚇、就話一係研究同埋即係話點樣嚟去推行呢、這個。全民退休保障，咁但當然亦都鬧出一個少少嘅醜聞啊！大家都知道喺新聞入面啦嚇，你又揾咗一個咁知名嘅學者，花咗咁多嘅時間嚇，當然佢背後有個團隊啦，咁啊寫咗一份咁嘅報告，但到後來咧，政府咧就冇係完全咁公開呢份咁嘅報告啊，佢就只係咧就係、可能即係我哋一般人即係旁邊睇啦，就好明顯就係一種咧，就係話啱嘅我就攞嚟噏下，唔啱嘅。我就直提都唔提，收埋櫃桶底咁樣樣啊，嚇，即係俾人有咁嘅感覺。咁所以咧就受到好多批評啦。咁啊，最後喺輿論壓力底下咧，咁而家政府咧就即係完全公開。咁公開得嚟咧，其實原來即係佢最重要嗰個嘅建議都係好簡單啫，就係65歲啊之後咧，就所有啲長者咧每個月咧就可以攞呢個3000元嘅。一個退休金或者我哋叫養老金咁樣樣啦，係嘛？咁當然就即刻就引起好大嘅迴響。咁啊，其實咧呢個咁嘅爭議咧，社會上面咧就唔係今天起㗎啦，嚇，即係長久以嚟㗎啦。關於呢個全民退保，咁你都知道啦，即係其實好多有泛民嘅啲議員啦，嚇特別係長毛啦嚇，即係講啦嚇，就為咗你唔肯攞，即係當時阿財爺阿曾俊華，就佢一早已經提出話500億嚇攞出嚟搞呢個全民退保，咁佢就完全卒之都冇啦。咁亦都當時佢亦都指出就話梁振英當時競選嘅時期咧，都有咁嘅競選，都係有競選承諾嘅，係咪啊？咁但係咧後嚟就冇件事。咁講真，你問我咧，我好明顯，即係你話我係冷眼旁觀都好咧，我係覺得咧。曾俊華同呢個梁振英咧，根本就係對著幹嘅。係啊，我覺得係對著幹嘅。其實梁振英嚟講咧，我諗佢就當時競選入面提出嘅嘢咧，就唔係話百分百咧係假話嚟嘅，即係唔係話虛心假意嘅。啊，當然你話即係佢為咗競選，梗係講到好漂亮，咁呢個一定㗎啦，係嘛？即係，但係你話係咪百分百假大空咧？我又覺得唔係。我覺得可能即係佢自己，因為大家都知道佢嘅出身。啊、都是比較清貧啲嘅家庭咧，嚇、咁就算你話佢係地下共產黨員咁樣，我相信佢係啦嚇，咁啊但係咧冇所謂嘅，即係我如果佢真真正正係相信呢個係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嘅話，咁佢應該好注重嚇、即係點樣扶助低下階層啦，或者我哋叫草根階層啦嚇，佢、就係扶貧啦。咁、但係你好明顯睇咗佢上任之後咧，其實就係、即係某一程度上啊，當然你咁樣話抬舉咗佢好多嚇、其實梁振英上台或者馬英九上台啊咩都好咧，其實同奧巴馬上台咧，其實有一樣嘅，就係話上到台之後先發覺嚇、原來呢個世界唔係咁，原來係超級資本家玩曬嘅，即係我講根本你全部都要跪低，其實到頭來你係要向呢啲咁嘅超級權貴嚇、其實係貴多過權喎。因為權就本來你有啊嘛，嚇梁振英有權啦，馬英九有權啦，奧巴馬有權啦，但係原來權係敵唔過貴嘅，貴權係敵唔過貴嘅。當你上到嗰個位嘅時期，身為美國總統啦，即係世界上最強最強嗰個國家嘅最高領導人啊，三軍總司令啦，原來嘥氣嘅，原來你都係要睇人面色嘅。嗰啲面色就係咩啊？就係大資本家。冇錯。
咁所以梁振英好明顯就係一樣啦，係嘛？啊，即係你嗰啲香港咪四大地產商啊，所有啲哇金融嘅銀行家咁樣樣咧，其實睬你一傻啦，係嘛？咁所以咧，其實佢發覺上到去咧，好多嘢係做唔到嘅。嗯，咁呢個係一點啦嚇。但係另外一點咧，亦都係關乎呢個曾俊華本人咧，佢嗰個嘅思維嘅問題，就係佢嘅意識形態啊，或者佢嗰套信念嘅問題。因為曾俊華咧，好明顯咧，即係同香港所有嘅經濟學人都係一樣，都係。芝加哥學派噶嘛，係自由經濟主義噶嘛，自由經濟至上論或者叫市場萬能論噶嘛，佢係百分百信呢套咁嘅嘢噶嘛。咁佢由讀書嗰陣時期十零廿歲已經睇呢啲咁嘅嘢，去到外國讀又係讀呢啲咁嘅嘢。咁佢翻到嚟幾十年都係信奉呢啲嘢嘅。其實佢到而家咁一把年紀咧，你要去改咧係改唔到嘅，冇可能改。即係你話以今日之我戰昨日之我咧，其實真係幾少人做得到係嘛？咁所以咧，按照佢呢一套咁樣嘅自由經濟嘅哲學咧。佢一定係話咩審慎理財啊嚇，咩財政紀律啊咁樣咧就信曬，所以其實咧我自己嘅推測嚇，即係雖然可能觀眾聽眾未必同意我睇法啦嚇，其實梁振英可能佢嘅心入面都想做一啲嘢，即係喺所謂輔助低下階層嘅嘢嘅人啊，但係喺政策上面咧，其實曾俊華咧佢就係嗰個水喉。財爺啊嘛，大佬係嘛？咁所以咧，其實我覺得曾俊華係抵制嘅，係同佢對著幹嘅，係冇錯。咁所以咧，得出嚟嘅結果你睇到咧，就即係呢個政府都唔 function， 即係好多嘢都唔 function 啦。即係呢個就其中一個。咁其中一個咧，其實我就覺得係好荒謬、好可笑啦，係嘛？我就直情我再退一步嚟去睇。我再退一步咧，其實我最近寫緊本書啦，可能大家都知道啦嚇，就就嚟尾聲啦。嗰本《資本的衝動》，我啱啱就係前兩日就寫緊呢一個章節咧時期咧，就講到所謂第二次分配同埋公共財嚇、以前我都好似略為提過下噶係嘛。咁但係我公共財咧，我係一個比較廣泛嘅定義嚇。嗱，如果大家上維基百科，你睇 public goods 嚇、即係英文啦，即係佢比較豐富啲嘅，始終英文嗰部分。你打 public goods 咧，其實佢已經講得好清楚㗎，究竟乜嘢叫公共財？咁有好多定義嘅嚇。咁咧我唔詳細講，你自己可以去維基度睇啦，係嘛？但係我嘅定義嚟講咧，我係比佢更加廣闊啊。嗱、我嘅意思即係咁講，嗱 ，Jeffrey 你諗下。好啊。一般嚟講，就算你唔係話完全百分百，即係要實踐孔夫子2500多年前嗰個大同世界嘅思想，你覺得嗰個都係太過理想化都好啦。但係我成日話，即係。幼有所依，老有所養。你話係唔係絕大部分人都會認同嘅一個良好嘅同埋健全嘅、一個和諧嘅社會一個根基嚟？當然，我相信全世界都可能冇人會反對呢樣嘢，係咪？心裏面都想咁。咁但係個問題，其實科學家嚇啲、古人類學家喺由幾萬去到十幾萬年前嘅好多古人類嘅遺址。嗰度咧都曾經發現過有一啲嘅骸骨，即係化石啦，係應該即係佢哋啲好叻嘅啦，嗰啲讀解剖學啊，呢啲骨啊嗰啲咁樣咧，呢、這個人咧其實好後生嘅時期咧，就已經係遇到非常之嚴重嘅殘疾，或者係意外，即係斷手斷腳咁樣。咁實際上咧，即係當時嘅嗰個咁樣嘅咁即係嚇惡劣嘅自然環境，佢哋要謀生嘅時期咧，其實佢係冇辦法可以。繼續生存，繼續生存嘅係謀到生嘅。但係咧，嗰副鞋骨亦都顯示咧，咁好易咧，尤其是如果佢有牙嘅話，你一驗啲牙齒啦，其實佢係死嗰陣時咧，個年紀係好大噶啦，嚇，即係能夠活到晚年嘅老年嘅。咁就説明乜嘢？好奇怪喎！咁啊，即係話會唔會話可能嗰啲部落裡面咧有啲同一齊嘅人咧，咁啊會養埋佢哋啦？冇錯啦，係嘛？咁即係話咧，其實啊，作為一個咁嘅部族嘅話咧，就算有一個咁嘅人不幸地遇到意外或者嚴重傷殘，佢無法自己係維生去謀生嘅話，但係好自然地啊，呢個部落咧其實都會咧係離去。輔助佢啊嘛，呢、這個就係同舟共濟、守望相助嘅精神。講真，其實喺動物界都有添，我哋科學家亦都睇過啲海豚啊，有啲海豚受咗傷啊，或者咩嘅時期啦，即係佢直情上唔到去吸氣。你知海豚要吸氣，有個肺嘅，唔係魚嚟噶嘛。咁但係其他啲海豚咧，直情走埋去嚟抬住佢嚟俾佢吸氣，係嘛？其實呢個好自然嘅。我講個核突啲嘅例子啊，咁我細個好唔明咧，咁點解嗰啲曱甴咧成日斷手斷腳都會唔見咗？咁點知我就有一日就特登喺度匿埋喺度望啦，咁一發覺原來咧有啲曱甴佢會有啲人救佢咯，
即係佢嗰啲其他就健康嗰啲格質，真係啊，係啊，冇錯，好嘢喎，咁啊有啲核突嘅，但係就唔核突，對我老婆嚟講就好核突，因為佢一見到曱甴咧，佢就成個蛋都幾丈高噶啦，係啊，啊，但係我冇問題，我用手捉我都冇問題嘅，我就唔得啦，你唔得，我就唔得啦。嗱，咁事實上係嘅，根本即使動物界都有啊嘛，係啊，咁我哋人作為萬物之靈，我哋有思想有感情，我哋嚇即係有呢個倫理有道德嚇，有呢個高尚嘅情操，咁呢個係基本嘅嚇人與人之間嘅關懷啫，係嘛？咁嗱，竟然你而家到今時今日，你諗下，你話五百年前我唔敢同你拗啊！其實講真，頭先我哋講緊嘅五萬年前都做得到，五千年前都做得到，但係個問題，你話五百年前我唔敢嚇，但係個問題，你話今時今日，無論我哋嘅知識水平，無論我哋嘅科技水平，無論我哋嘅生產力水平，同埋我哋嗰個嘅財富，即係嗰個富裕嘅程度嚇，你諗下我哋今日嘅 GDP。或者就算話我哋人口增長咗，唔緊要，人均嘅國民生產總值，或者係全球嘅生產總值，人均全球生產總值嚇、啊，比起五十年前、一百年前、二百年前、五百年前，增加咗幾多幾多倍啊？但係竟然你話俾我聽，我哋喺今時今日嚇、啊，月球上到去啦，火星都就嚟派人去啦，你話我哋幼有所依，老有所養，養係超越我哋嘅經濟能力喎。你係咪真係講嘢啊？你話係嘛？你話係咪方天下之大謬啊？即係呢個係完全荒謬，我話俾你聽。冇錯，即係講唔通嘅，完全講唔通嘅。啊，你叫曾俊華嚟同我講啊？係嘛？但係佢唔理啊，因為佢哋而家係完全用咗呢套所謂主流經濟學那個主導思想模式，其實就係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底下咧，其實佢哋梗係咧，亦都係權貴哲學咧，就係話一定唔能夠加税。因為加税又點樣樣咧，就會趕走有錢佬。就會減低佢嘅投資意欲，就不利營商環境，最後咧就導致呢個大量失業，經濟萎縮，大量失業，嚇、啊、民不聊生，咁啊社會就冧噶啦。咁、其實呢種咧，我哋叫咩恐懼策略啊嘛，叫 fear tactics 係嘛。所以咧，其實大資本家最叻就呢樣嘢。當然佢最緊要最後嗰個殺手鐧就係咩啊？喂，你真係咁做，算啦，我撤資，係嘛？呢、這個就叫 capital flight。其實馬克思已經講咗噶啦，佢哋最叻嘅咧就係撤資。但係講真咧。其實十次就咁九次，或者係一百次就咁九啊九次咧，其實都係一個出口術嚟嘅。講真，你真真正正撤資嘅有幾多啊？有錢就唔會唔揾嘅。冇錯啦，你真係講得一針見血啦 ，Jeffy。有錢就唔會唔揾嘅，係嘛？咁所以咧，但係個問題，佢淨係放風出嚟，你個股市都冧啦嘛。係嘛？呢個世界嘅遊戲而家就咁玩法啦嘛，係嘛？咁佢放咯幾放風，個股市冧嘅時期，個政府咪驚咯。個政府驚嘅時期咪縮咯。係嘛？其實佢就玩緊呢個遊戲啫嘛。好啦，你而家講緊全民退保呢樣嘢。如果你問我咧，我覺得咧，其實六十五歲俾三千蚊咧係荒謬嘅。嗱，我同意好多人咁講。喂，李嘉誠你又俾三千蚊，係嘛？有乜意思啊？啊，當然對佢嚟講係拗痕啦，完全。咁呢個係第一點啦，好多人都批評啦。第二點嚟講，喂，三千蚊，三千蚊你今時今日百物騰貴，同埋個通脹咁厲害嘅時期，嚇、啊、你有乜用啫？你能夠捱得幾多係嘛？同埋即係你個通脹咁繼續嘅時期，你幾耐調整一次先？係嘛？哇！你幾年先調整一次？咁佢一路通脹，你咪又捱到不得了咯？嗰啲老人家係嘛？咁啊喺我眼中嚟講咧，咩叫幼有所依，老有所養咧？其實就應該係咧，即係話嗱，其實講真，我哋而家嗰個免費教育嚟講咧，其實咧都係喺共產黨宣言入面嘅十大建議之一嚟嘅。喺當其時嚟講咧，係覺得一種係革命性嘅建議嚟嘅。即係馬克思恩格斯1848年發表嗰、那個，其實唔應該叫共產黨宣言啦。我喺本書度都有講嘅，因為嗰陣時係世界上未有共產黨嘅，1848年，所以佢只係共產主義宣言，佢叫做The Communist Manifesto 啊嘛。其實個 communist 咧，而家啲人就認到共產黨係錯嘅，因為嗰陣時未有共產黨，所以應該叫共產主義。共產理念嘅人係啦，共產主義上宣言啊嘛嚇。咁咧。共產主義宣言入面咧，其實佢最後咧講咗好多嘢，但係咧佢具體化有十大主張。咁十大主張入面其中一個咧就係免費教育。嚇、而家我哋已經有啦，係嘛？但係我哋呢個有，其實當然唔係嘛，或者一有就有，其實都係經過漫長曲折嚇嚟、去爭取翻嚟嘅一個過程嚇、啊。最先啊，就可能係小學，然後就係初中嚇，嗰、陣時去到中三嘅就可能你唔知啊。咁後嚟就成個中學。嚇咁啊！而家嚟講咧，其實大學雖然唔係免費，但係佢都係津貼好多好多嘅，係嘛？咁當然啦，外國嚟講咧，曾經有一段時間咧，其實大學都係免費嘅。咁但係後嚟80年代新有回潮，我講過啦嚇，戴翠爾夫人啊、列根嗰上嚟咧，就好多大學咧就變翻要收學費，而且個學費咧就越加越高添，係嘛？咁呢個就係即係可以話開歷史倒車啦嚇。
咁但係咧，其實而家嚟講，我哋都有所謂嚇九年免費教育、十一年免費教育、十五年免費教育咁樣樣係嘛？但係奇就奇在咧，幼兒咧係完全唔係嘅喎，即係佢有津貼，但係個問題即係有咩學券啊咁樣啦。但係幼兒園同埋幼稚園係私家嘅，私家嘅。竅唔怕舊，最緊要有一個話你知咩係好竅嘅節目。但是你請男朋友吃飯呢， 你想男朋友，哇，阿Ken的豬真的好吃的，很簡單，他全部都炸就可以了，一炸就好吃的了，真的的。總之女人，女人告訴你，秘笈對男人就是最重要是炸，炸型，這樣才炸得型。巧到用時方恨少，超人林超榮、文公子、Kate， 逢星期一晚九點，迷迷香港是有種態度。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咁啊，但係你知道啦，幼兒園個教育咧，即係咁多年嚟咧，即係講來講去都好多時，好多人即係有舊病噶啦，係嘛？即係無論係辦學嘅團體也好，無論係老師也好，係嘛？甚至係家長也好，啲學費又加得緊要啦。咁但係咧，嗰啲教師又冇乜保障啦，嚇，因為佢私營噶嘛，即係喺度簽合約啊咁樣樣噶嘛，係嘛？咁啊工資又偏低啊，咁諸如此類。咁但係其實你係咪覺得好荒謬嘅咧？有乜理由即係中小學就係、是？即係有呢個所謂公立學校，但係咧幼稚園反而冇咧，反而冇啦，好奇怪，好奇怪嘅。所以呢樣嘢，大家好多時咧，我哋即係接觸咗呢個呢個世界咧，就好容易有一個傾向，就係叫做唯實現狀主義啊。我就叫做即係眼見嘅咧就叫合理，嚇，即係叫做存在嘅就合理啊嘛。其實呢個就係最右派嘅思想。右派就存在就叫合理，即係你永遠唔會去問佢合唔合理嘅。總之佢存在就。就合理噶，咁樣樣係嘛？咁當然有奴隸制度嗰陣時合理，推翻咗奴隸制度都合理啊。即係其實係冇主見，右派即係冇主見，係嘛？喂，現實就係現實就係永遠合理噶啦，合理啦，係嘛？咁啊冇得拗嘅，你合理將佢 redefine 啫嘛，你將佢再定義過。同埋佢就係話你有啲改變，佢都覺得係唔合理。係啦，冇錯啦嚇。咁但係咧，其實如果我哋真係退一步嚟睇咧，其實幼兒教育嚇，特別係幼稚園。是私營的，這件事真是方天下之大謀的，是吧？好了，那我放在一邊，這個就是幼有所依。那我們今天呢，其實我本來就想老有所養，老有所養就是咯。其實你那個什麼全民退保、退休金，我覺得完全 MPF 那些完全是荒謬的，根本就根本呢，應該就是65歲以後任何人都可以選擇去入住一些優質而又免費的公營的安老院，是吧？包食包住，就是這麼簡單。這個才是真真正正的叫做一個健全的社會的安老服務，即我們現在實在太過，因為我們現在叫貨幣經濟嘛，叫做 money economy 嘛。這個 money economy 呢，當然呢，即對於主流經濟學來說，它就已經是全部接受了，它覺得一樣東西是 money 最好的，它 money 最好它有它的理據。即如果在作為一個經濟學家或者不用讀經濟學家，你讀經濟學你都我都識講，因為 money 咧個自由度最高，那個靈活性最大，即係話我俾錢你，咁我想做乜都得，冇錯，我做我想最想做嘅嘢啦，冇錯啦。咁所以咧呢，這個就係有即係最大嘅靈活性，係嘛？咁但係其實有時咧呢，這個世事嘅嘢永遠都係一個叫做平衡嘅啫嘛，我哋有 trade off 噶嘛。咁你要睇下視乎乜嘢。即係有啲嘢嘅時期咧，係可能係俾錢係好嘅，但係我覺得你幼有所依，老有所養咧，就唔應該根據呢個原則，係嘛？嗱，你都可以咁講啊，因為嗱，我都講過呢樣咧，即係完全應該係自由抉擇嘅，即係話我有公營嘅幼兒園係唔使錢嘅嘅幼稚園，有即係公立嘅小學，有公立嘅中學，咁其實咧你入去讀，全部個個人都有。有冇機會嘅？但係個問題，如果有啲人係我係辦一個私立小學、私立中學，而你係想去讀嗰啲咧，你完全有自由噶。但係嗰啲你咪自己俾錢咯。你咪自己俾錢咯。同樣道理，安老服務都係你可以有私人嘅老人院，但係理論上政府要提供咧係足夠嘅安老服務俾所有人。咁當然咧，你唔多唔少，你都係一定係冇辦法㗎啦。你就算係私營嘅市場競爭都有浪費㗎啦，有 wastage 㗎啦，係嘛？你嘅公營都一樣㗎，咁你之前唔多唔少你就要即係諮詢嗰啲老人家嚇，可能佢未到65歲，幾年前已經問定啦，我選唔選擇入住咧咁樣，咁嚟去 plan 啊，
嚟去規劃， 即係我哋要起幾多嘅咁嘅院舍啊，咁啊誒名額啊咁樣樣係嘛？咁但係個問題，如果有啲大把錢，有啲中意同仔女住，仔女又肯嚇繼續同佢住嘅，嚇有啲就算佢唔中意同仔女住，佢自己大把錢，佢唔想入安老院，咁所以或者佢入私人安老院，即係好多種情況啊。咁你咪剔除嗰啲名額咯。但係只要你願意。任何人都應該可以入到一個係啦，舒適嘅一個安老服務。咁但係所謂舒適，當然唔係奢華啦，係嘛？咁但係咧，亦都係要即係我哋話要係優質嘅，起碼你知道其實而家好多老人院咧，其實嗰啲私家嗰啲咧，好多啊，真係慘到。我都睇過咧，係一啲譬如話俾一啲政府嗰啲資助嗰啲老人院啦，嗰啲老人家咧，佢直情張牀咧係唔夠佢個高度嘅喎，咁所以佢哋咧好慘嘅喎，佢哋直情嗰地方又細啦，唔可以周圍行啦，咁佢瞓覺嗰陣時要屈住條腰啦，咁啊根本咧係成日咧有啲行唔喐嗰啲咧，就由頭到尾咁屈住咁瞓咯，我都唔係好明點解。其實荒謬呢樣嘢。咁嘅牀嗱，但係咧，其實我好坦白講，我就冇第一手嘅。即係經歷，但係我從即係身邊嘅朋友入面咧，我都聽埋翻嚟咧，其實話咧呢啲私人嘅老人院，第一就一啲都唔平，第二咧，其實啲老人家入到去咧，好多時都好凄慘嘅，甚至俾啲人蝦嘅，俾嗰啲人嚟蝦佢，呼喝佢，係咪啊？哇！如果你唔覺意瀨屎瀨尿，你就死得添，係咪啊？咁啊，如果大家想有少少嘅感受嘅話咧，咁啊唔係話叫你偷偷地入去啦，你睇下阿葉德嫻攞獎嗰套，邊套啊？突然之間唔記得咗，但我記得係土姐，土姐係土姐係嘛？其實土姐佢臨尾嗰度係有少少呢個著墨，咁你就已經從一個好少嘅側面，即係一個電影啦，係嘛？嚟去感受到其實老人院而家嚟講，你呢個私營嗱，其實私營個邏輯好簡單啫嘛 ，Jeffy 點解會出現咁嘅情況啊？既然係私營嘅話，其實佢係牟利性噶嘛。佢係一盤生意嚟噶嘛，咁一盤生意嚟講咧，佢又要喺市面上競爭啊嘛。咁當然有啲佢係。即係真係佢個定位係我哋叫 up market 嘅，係好高檔嘅，咁佢可以收得貴，收得貴咧，可能個服務都叫做 OK， 咪俾啲有錢人咯。但係大部分嘅人係俾唔起嗰個價錢噶嘛，俾唔起個價錢，於是呢啲私營嘅咧，佢仲要喺市面上去競爭，咁所以佢個價錢唔能夠提得太高。好啦，但係價錢唔能夠提高，太高，但係個問題佢要將佢嘅利潤最大化，就只能夠控制個咩啊？控制嗰個質素啦，就會降低佢個成本咯。冇錯啦，係嘛？點解倒翻轉嚟講係控制成本降低，於是就降低質素。所以呢個好簡單啫嘛，呢個咪資本主義競商業競爭嘅邏輯啦，係嘛？咁所以嚟講，佢大家都係收你咁多錢，但係我點能夠賺多啲咧？我就係減省成本，減省成本嗰時人手又少啲，設備又差啲嚇，諸如此類，諸如此類。咁於是嗰啲服務咪即係去到最我哋叫做最 bare minimum，甚至係差過 minimum 添啦，係嘛？咁所以其實我哋叫老有所養啊嘛。咁我哋個二十一世紀人類都去到月球啦，你話我哋仍然點解要仲要忍受呢種嘅情況咧？係荒謬嘅。咁所以你而家咧，好老實講，雖然我認識周永新啦嚇，但係即係我都唔同意周永新嗰個啊，即係嚇，即係周教授咧，我覺得其實佢都係。受咗我哋而家呢一個資本主義嘅制度嗰個影響太緊要啦，就係嗰個 cash economy 嗰個諗法，俾 cash 咯，係嘛嚇？咁但係真係喎，俾 cash 咧係好嘅，對於資本家嚟講，因為個問題即係講得難聽啲，佢就可以 cap 水啦嘛，有水 cap 啦嘛，即係話你幼兒啊教育也好嚇，抑或係老人服務也好，安老服務也好，你將佢係。呢個咪就係 privatize 嗰個問題咯，即係私有化嘅問題咯。其實所有嘅私有化咪就即係一盤生意咯。但係一公營嘅話，冇曬商機，冇曬商機啦，係咪啊？咁所以就係咁嘅邏輯啫嘛。所以我咧對於呢個全民退保咧，係我就係咁睇。咁當然你又咁講，你又話即係真係要全部都有呢個咁嘅安老院嘅服務咧，嗰個成本都係好高嘅。呢個係真嘅，係嘛？咁但係其實任你點睇啫嘛。你如果用 cash 嚟嘅角度去睇，我就咁話啦。而家香港有幾多公共嘅房屋啊？係咪啊？咁呢個係完全違反市場定律嘅喎，市場經濟嘅喎，係嘛？咁啊住屋，我哋有咁多嘅即係私人嘅嚇房屋嘅市場，咁點解唔全部都係即係私營化啫？點解要有啲係政府搞嘅咧？嚇，仲有喎，嗱呢個又係 in cash 同 in kind 嘅問題啦，就係有啲嘢係 in cash， 有啲係 in kind。你話不如咁啊？你話不如而家我哋香港取消曬所有嘅公屋啊？咁然之後咧就係交俾私人搞啦，將嗰啲公共屋邨交俾私人搞。咁於是咧嗰啲咪地產商咧，佢就會係收翻市價嘅租金，然後咧政府就津貼。
而家公屋嗰啲居民，嗯、就個個月俾錢佢交租啊！哇！你仲唔死？而家咪係咯，嗰啲劏房嗰啲咪係一啲例子啦。咪就係咯，咪就係話，即係話講，其實有好多種模式嘅呢、這個世界，係、嘛？但係你唔好教條主義，即係你唔好話只有呢種模式，係嘛？其實你可以想象下個，我哋而家完全唔愛公屋，啊，將佢私有化、私營化，然後政府俾錢佢哋交租，嗰陣時你咪仲叫苦連天啊！哇，政府你如果佢租市值租金喎、市值租金喎，你話政府每年嘅支出啊，咁啊會真係天文數字添喎，係咪咁講啊？咁所以咧，其實呢個世事嘅嘢係冇必然冇絕對嘅、嗯，所以大家諗嘢嘅時期咧，要解放思想，我哋叫做、嗯、啊解放思想。好啦，咁啊差唔多，其實咧第一節都差唔多，邊度講完咁滯，咁啊我都唔好講咁多啦，啊，因為我哋咧翻翻去世界之最。好，世界之最咧，咁我哋咧就上次就已經介紹咗好多好多啦，係嘛？嗱、嗯，今日都要。靠你講先啲古靈精怪嘢，冇錯，係嘛？咁好啊，好啊，嚟啦！咁但係因為咧，我講之前咧，咁、嗯、我都要學下啲國家領導人咁講呢個兩更正啦，兩補充，兩個補充，兩個更正。好好好。因為咧，哇咁啱差唔多完時間，三分鐘緊要，係啦，希望講一次啦。就係話咧，上個禮，因為我上個禮拜我係諗住咧俾大家輕鬆下㗎，咁冇查得咁多資料，咁上個禮拜就講一個最逼嘅游泳池咧，咁就係呢個四川嘅大英園嘅。咁因為當時我就冇。查清楚，你俾張相我哋睇玩下，哇！驚人啊！係啊，咁第二個就係咧，依個全世界第一個直角運動場。係啊係啊，有睇過啦。係啊，咁呢個都係玩下啫。咁呢個就係喺呢個通河縣嘅河林業嘅地方啦。非常好。咁但係點解嗰陣時咧就話點解佢會咁起咧？原來個原因係因為嗰陣時咧，佢本身個跑道係真係彎嘅喎。係。咁但係因為咧嗰啲彎嘅跑道咧，咁一路失修啊，咁啊一路好核突啦，咁完全跑唔到啦。嚇！咁之後咧，因為佢國家嗰啲領導人咧，咁又要過嚟定期 check 一 check 嘅喎。咁所以咧，咁當時嗰度嗰啲團體咧，即係嗰啲運動場嗰啲機構嘅領導咧，咁佢哋就會臨時咧就為咗俾人 check 啦，咁啊即刻快快手手咧就整咗嗰個直角嘅運動場。咁都得？係啦，冇錯啦。咁但係因為咧整完之後咧，咁就冇錢整翻個轉頭啦。咁所以就出現咗咁奇怪嘅嘢啦。所以我哋咁辛苦嚟幫佢諗啲原因係即係可以話廢嘅嚇。係啦，佢就真係啲荒謬嘅理由。係啦，臨時臨急先整出嚟啦。咁第三就係話，我之前提出咗一個咧最難嘅邏輯題嘅。係係係。咁因為呢個邏輯題係我成好多年前細個嗰時睇出嚟㗎啦，咁咧呢個邏輯題係一個邏輯學家去特登設計出嚟㗎啦。咁但係其實嗰個問題咧，當時其實我就話咗話係問一個問題嘅，就是但問一個，咁就問嗰三個外星人啦，講真話講假話，同埋亂噏嘅人嘅 random。冇錯啦，咁其實原來個問題咧，我就睇翻咧，我都唔記得咗，係問三條嘅。哦，唔怪得知啦，我咁勁添。如果唔係啲人諗咧，應該諗到死你啊，係嘛？咁不過咧，後嚟咧呢個問題竟然係有人破咗之餘咧，後屘啲人又繼續諗落去咧，竟然有人諗到係用兩條問題。都得喎，係啦。咁犀利。咁啊，大家真係上網睇下啦，幾值得。因為咧嗰、那個呢、這個邏輯學家講啦，就話如果你真係破解得到嘅話咧，咁其實你可以徹底咁透徹咁理解邏輯嘅本質嘅。嗯。咁咧，所以就值得。去睇一睇嘅，咁第四個就係話呢個最危險嘅諗法。咁當時諗嗰個就係一個叫做超人類主義啦。係，咁我翻去諗清楚咧，因為當然我覺得係好吸引嘅。飛碟教咯，係啦，但係我嗰個原因就係話飛碟教就唔持續啊嘛。嗯，即係唔持續，咁始終都係我就認為將來咧嗰、那個咁危險咯，死曬咯，咁死曬，但係死咗之後咁啊冇人講啊嘛，咁即係就啲人又唔會死啊嘛，咁、嗯、但係我就發覺呢個可能我都唔夠時間啦，咁簡單講埋就係話咧，因為諗嚟諗去其實你都唔夠呢、這個就係頭先講噶啦，嘅、資本主義啊最危險，因為佢直情咧即時威脅你地球。好嗱，我哋休息一陣咧，翻嚟再講其他嘅世界之最。咁你點樣同人哋講呢個超人類主義呢？係啊，咁但係我覺得呢個亦都係非常值得講嘅。咁時間差唔多啦，咁係咪要下一節啦？嗱，我另外一個咧，其實你嗰個超人類主義咧，其實都唔係話淨係一個主義嚟嘅，而係話我哋永遠唔知道咧，而家人工智能嘅發展咧，其實到頭來會變成點啊？真啊，即係 AI 啦，係嘛？係啊，係啊。其實你嗰個超人類主義同呢個係直接有關㗎。佢哋咪有一個叫做奇點啊，即係你嗰個聽過叫做 singularity 啊嘛。singularity 有兩個解法㗎，一個就黑洞入面嗰個啦，即係時空奇點啊。一個咧其實就係話人機結合，即係話將來會唔會去到一個地步咧，人同機器係分唔開嘅。咁嗰陣時咧，即係人類你話滅亡又得。你話重生又得，咁你話呢個算唔算危險咧？當然呢個一齊講嘅係。係，咁我就唔知啦。而家阿習近平講嘅説話乜嘢？好，就睇下誰怕誰，斬門走就睇。當然，我認為習近平咧係一個獨裁，最後係一個獨裁者，佢嘅意識形態全面落後。
但係佢嘅反貪腐決心咧，就唔係權力鬥爭嚟嘅。如果權力鬥爭咧，就已經完咗噶啦。去到呢度就係真心嘅，佢係真心要掃打反貪，呢、這個先至咁樣先至大問題啊嘛。逢星期一、四晚上十點，逍遙遊，逍遙遊。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好，欢迎大家翻返嚟咧，浩浩汤汤啊！今晚我哋嘅讲题就系世界之最啦。咁啊，其实上个礼拜啦，我哋有讲过世界上最大嘅生物，系乜嘢啊？记唔记得啊？呢个鲸鱼啊。系啦，嗱，其实咧就要睇下你系讲动物定系植物。如果动物咧，就非蓝鲸莫属啦。即系话咧，我哋而家科学家所揾到个恐龙嗰个化石咧，嗰啲骸骨咧，都冇一只咧系大得过蓝鲸嘅。以长度嚟计，我讲过咧。是有一個最新發現的個標本咧，就係、是、個品種咧係長過藍鯨，但係嗰個咧其實係有取巧啦，因為佢嗰條尾啊，條尾係長得好交關噶嘛。咁、如果你又講嗰個整嗰個體積或者個體重咧，都係藍鯨 number one。咁但係如果你講植物嚟講咧，咁又唔同嗱。我都講過藍鯨咧，我哋話最長咧係可以去到30米，都好犀利啦，係嘛？但係記唔記得我講過咧？其實最高嘅植物啊，最高嘅植物可以去到116米喎，即係而家即係科學家揾到嘅喺加州嘅嗰啲紅杉木喎，116喎，同30米之分喎，係嘛？幾層樓到啊？咁樣咧，你計啦，其實3米就一層樓噶啦，係嘛？咁就三係啊，係啊，係啊，即係係幾十層樓咁高嘅。咁當然咧，咁你話呢個紅杉咧？重定係藍鯨重咧，我都唔敢講嚇，即係我估佢116米咁高咧，我諗斷估都應該重過嗰個藍鯨嘅。雖然個目照計就即係比較輕啲啦，係嘛嚇。咁所以如果你講最大嘅生物咧，可能都係呢、這個，就係樹啦。哦。咁但係咧，最大嘅肉食動物記唔記得啊？啲熊啊。大灰熊。大灰熊冇錯啦嚇。好啦，咁但係而家咧，我哋就倒翻轉頭講啦，就最細嘅生物。哇！咁你話啦，世界上最細嘅生物係咩啊？咁咪好易啫，冇錯啦，一定係微生物啦，係肉眼睇唔到嘅，所以咧，長久以嚟咧，人類好多疾病都唔知點解，好多咧就話梗係神啦、譴責啦嚇，或者咧就係有啲邪魔啊、鬼怪啊，咁有啲就話俾人係詛咒啊、落咗降頭咁啦嚇。咁但係後嚟咧，科學家咧先知道嚇，其實都係去到18、19世紀嘅時期先慢慢建立起嚟嘅，就係人類發明咗顯微鏡啦。先發覺咧，原來有啲生物咧係細到咧肉眼係冇可能睇得到嘅嚇，無論你有眼幾利都好啦，係嘛？咁樣咧嗰啲叫細菌，叫做 bacteria。咁啊，好長時間咧，啲人以為 bacteria 細菌咧就應該係最細嘅生物啦。咁但係當然咧，即係20世紀咧，我哋就又再發現咧，就係原來我哋最普通嘅傷風咳，就唔係細菌。就係病毒，就係 virus。個 virus 咧，其實係比細菌細好多好多嘅。哇，係啊！因為細菌咧，基本上都係一個細胞嚟啊嘛。咁即係等於我哋身體入面嘅細胞咁上下大細嘅啫，係嘛？咁但係病毒嚟講咧，基本上咧，當然有啲生物學家咧，到而家都係拒絕承認佢係生物嚟嘅。因為佢基本上就係得一啲嘅赤裸裸嘅 DNA， 即係脫氧、核糖、核酸嚇呢啲咁樣嘅一紮嘅基因。咁所以佢本身咧就冇一個新陳代謝嘅作用啊。但係佢如果有機會入咗去一個生物嘅細胞入面咧，佢就可以咧霸佔咗你嗰個細胞，然後咧就係所有嘢咧就係為佢服務，然後佢複製嘅時期就複製嗰啲嘅 DNA， 咁犀利啦，人哋細胞嗰啲，係啦，冇錯啦，係啦，咁所以咧就亦都有啲科學家咧承認佢都係一種生物嚇，不過就唔係，即係我哋對生物嘅定義咧要重新定義過啦，咁樣樣啊，咁呢個病毒實際上咧有幾細咧？咁當然佢有好多種嘅病毒。咁但係我就即係查嗰啲資料咧，原來最細嘅病毒咧，大概嗰個 size 咧，就大概20個納米。嗱納米咧，我哋知道咧，而家成日講啦，哇咩納米材料啊嚇，甚至係納米嘅潤膚膏啊都有啦，係嘛咩？咁我哋叫做 nanotechnology 啊，係嘛納米科技啊嘛 nano。但係 nano 咧其實就係10^9次方咁解。10^9次方咧，其實即係10億分之1。10億分之1嚇，即係咁啊，10億分之1嘅米啊，10億分之1米。咁其實即係等於咩咧？就係嗱，大家 mm 你知係乜咧？就毫米啦嚇，即係1 cm 入面有10 mm 啊，係嘛？咁啊毫米，毫米已經好細啦。毫米嘅100萬分之1，你想唔想象到啊？想象唔到啊！毫米嘅100萬分之1就叫做1納米。
咁樣呢，原來病毒最小的病毒呢大概就是20個納米咁上下啫。哇，細得好交關。咁樣呢又比較一下呢，就原來細胞膜啊，一個細胞個細胞膜呢，即係我哋身體入面嘅細胞，那個膜呢原來都係都有差唔多接近8個納米嘅。八個納米嘅，咁即係話咧，其實嗰啲病毒咧，只不過係即係厚過嗰個細胞膜兩倍多啲。哇！你話幾細咧？病毒啦，係嘛？咁呢個咧就係話係最細嘅一個生物啦。我哋現時所知啊，世界上啦，即係地球上啦嚇，地球以外未揾到啊。咁但係咧，我哋而家如果再追問落去，世界之最嘅，其實即係宇宙之最。咁而家個宇宙入面最細嘅物體係乜嘢咧？最細物體就唔係生物咯。咁你又嘗試答下啦，係啦，一定係粒子啦，係乜子啊？乜子最細咧？同電子啊，電子都唔好嘢嚇，真係。雖然你唔係讀理科係咪啊？嚇，都有讀過少少物理係嘛？少少嘅。少少。咁樣咧，其實你我哋知道啦，啊，而家就係物質，一般我哋係由分子組成，分子就由原子組成，原子就由呢個電子同原子核組成，但係原子核就由質子同中子組成，質子同中子咧就由夸克子組成。咁但係夸克子咧，而家咧即係我以我哋現時嘅科學知識嚟講咧，就發覺係冇辦法再翻落去啦。同樣環繞住呢個原子核嗰啲電子咧，亦都係冇辦法再翻落去嘅。咁所以現時我哋嘅科學理論咧，我哋就當咗咧夸克子同電子咧，就係真係叫做，仲有一啲叫做喵介子啦，或者就咁叫介子啦嚇 ，meson 啦，介子、電子、夸克子啦，呢三種咧，即係我哋咧就係話係最基本嘅粒子。fundamental particles 叫做 fundamental 啦，或者叫 elementary particle。咁如果講 size 嚟講咧，就電子嚟講應該係最細。電子係最細。咁但係電子究竟係幾細咧？但係如果即係你話電子係直徑幾多咧？其實呢個問題已經係好複雜噶啦。因為我哋講電子嗰個直徑咧，已經唔係我哋平時日常生活入面接觸嘅牛頓物理學、牛頓力學入面嗰個概念嚇。譬如一個咁樣嘅台波嚇咁樣咧，好明顯有個直徑啦。一個籃球。嚇有個直徑啦咁樣，但係電子嘅直徑咧，其實本身嗰個定義都係好複雜嘅。係咪？唔係未必係一個 exactly 一個波形咁。係啦，咁樣咧，佢使用個邊界亦都好成問題嘅。你點樣定個邊界咧？咁所以咧就只能夠咧係我哋用某一啲嘅，我哋用一個叫做經典物理學套用落去嘅一個定義，叫做 classical 嘅 definition 啊嘅一個 radius。咁樣咧呢一個即係。都叫做有個數字啦嚇，咁啊呢個叫做經典物理學入面嘅電子直徑咧，而家科學家所接受嘅數值咧嚇就係2.8×10^-15咁多米，哇十嘅負十五次方即係咩意思咧係嘛？即係話一 over。然後下面咧就係一，然後十五個零，五個零嚇，咁啊十五個零咧，其實呢個咁樣嘅十嘅負十二次方咧，原來係有名嘅喎。原來我哋叫做飛米，飛米，飛就係曉飛嘅飛啦嚇，即係飛翔嘅飛啦咁樣。正如嗰個叫納米咧，咁啊納米頭先已經巴閉啦，納米啊爭好遠啊，行埋一邊啦。納米係十嘅負九啫嘛，佢係十嘅負十五啊。唔好忘記呢個十五減九，你話爭幾個啫？唔係喎，但係我哋而家講緊嘅係嗰個我哋叫幂啊，就 power 喎，即係嗰個次方喎，係咪啊？所以咧，十嘅負五十次係好犀利，好犀利。一般嚟講，嗱，我哋頭先講納米啦，原來一個飛米咧就係等於一個納米嘅1/100,000。即係又再縮1/100,000啊！頭先我哋唔係講嘅係嘛？即係毫米嚇嘅1/100,000就係納米。原來納米。嘅1/100,000咧，就係叫做飛米啦。咁而家咧，電子嘅直徑啊，大概係2.8×10^-8。咁就係現時人類所知嘅最細最細嘅物體啦。哇！呢個就世界之最啦，係嘛？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嗱，講翻啲咧，哇，冇咁真係，哇，直情頭都暈埋啦，即係太過玄妙深奧啦。我哋講地球上面最熱同最凍嘅地方啊，嗱，咁原來最熱嘅地方咧就係美國。嚇呢一個嘅死谷，就叫 Death Valley 嚇。咁呢個死谷咧，其實亦都係咧嗰個海平面最低嘅一個鹹水湖嚟嘅嚇，即係佢係亦都可以話，即係陸地上咧佢個海平面係最低嘅啦嚇。咁啊最高唔使講，就梗係珠穆朗瑪峰啦嚇。咁啊死谷嗰度咧，原來係錄得最高嘅温度咧，曾經去到咧就係接近57度嘅。哇！真係冇可能想象啊！佢嗰啲熱係邊度嚟㗎？主要有冇啊？冇㗎，其實真係即係佢周遭嘅環境，係啊個日照係嘛？佢散唔去，一路咁樣。
咁又唔係，應該嚟講就唔係話個地熱嗰個問題嚇。咁、我哋咧當然嗱地熱就唔計啦，因為點解啊？大家可能都去過日本啊，咩大涌谷啊，或者咩好多都咁嘅硫磺，咁嗰啲直情滾水添啦，係嘛？啊，咁啲黑玉子啊，嗰啲雞蛋擺落去，咁嗰啲梗係唔算啦，嗰啲隨時可以去到八九十度攝氏噶嘛，係嘛？咁嗰個係地熱，所以地熱唔計。唔計嘅。嚇，所以我哋撇開地熱嚟講咧，完全係因為日照嚇、而導致個高温咧，地球上最高咧，其實嗰個數字係56.7度。嗯。咁但係第二高嘅咧，原來係錄得嘅咧，就係喺呢個非洲北非嘅利比亞。嗯、我相信可能都是利比亞南部，即是撒哈拉沙漠那裡附近的了、亦都呢是差不多去到那個高度、即是那個即是55-56度、這樣的最冷的地方你說哪裡最冷的地方了我很易估啫，北極、北極的南極你說呢、應該南極是沒錯啦、因為北極呢基本上是沒有一個州的嘛、是一個海來的嘛，北冰洋的嘛、北冰洋不是有海冰浮在那裡、只不過近年大家都知道過去幾十年呢就融得很厲害啦，是吧、當然呢環繞著北極的呢就是有加拿大北部和阿拉斯加啦，咁同埋整個亞洲北部啦，同埋堪斯的納維亞半島啦，嚇、即係挪威、芬蘭、瑞典嗰度啦，嚇、Scandinavia 啦咁樣。咁但係咧，其實都係最凍，最凍咧，因為南極有一個大洲啊嘛。咁、大洲我哋成日都講啦，其實凍也好，熱也好咧，你話大陸性氣候極端定係海洋性氣候極端啊？係咪海洋性啊？極端喎、錯了。逢係大陸性嘅氣候咧，熱又熱過人，係、凍又凍過人啊嘛！呢個常識，小學生都識啦 ，Javi 係咪咁講先？你一時間諗唔到，唔係呢個事實上好似話海洋可以輸入嗰啲，你海洋係調節氣温啊嘛，係嘛？因為佢嗰個儲熱啊同埋散熱咧係耐噶嘛，但係大陸嚟講咧，你一曬就曬興佢，你一唔曬佢就散熱，所以咧其實大陸我哋成日都講過你咩中國三大火爐啊，特別係呢個內陸嘅地方。係咪熱又熱得緊過人，凍又凍得過人㗎嘛？你香港嚟講有海洋調節係冇咁極端㗎，係嘛？哇！我以為呢啲係人識添，諗翻我就覺得啱嘅。但係小學生又過你唔記得咗，咁所以逢係大陸性，所以你南極係有個大陸啊嘛。咁所以梗係南極就凍過北極啦，係嘛？呢個即係我哋簡單嘅推論。咁南極咧，原來最凍咧就係喺呢個蘇聯，而家即係俄羅斯啦嚇，叫做呢個Vostok 嚇、我唔記得中文啦嚇，即係咩胡斯托咁啦嚇，嗰個站啊，即係研究站，曾經錄得世界上最低嘅温度，大家估唔估到幾多度咧？我都嚇咗驚啊！原來係-89.2度。89.2度。我都以為係80度左右啊！我一路都以為80度，原來而家咧係講緊係接近90度，-90度喎，係好驚人啊！亦都係，梗係講係自然界啦。你喺實驗室度，你隨時去走去嚇一間大學嘅實驗室，咪你實驗室入面嗰啲液體氮啊，都唔止呢個温度啦，係嘛？咁你嗰啲唔計啊，係嘛？我係講自然界入面啊，嚇個氣温啊嘛。咁呢個係好驚人嘅，-89.2度。咁第二咧，其實就係喺西伯利亞嘅。大家都知啦，西伯利亞最出名啦，係嘛？即係凍啊嘛，凍得好厲害噶嘛。咁所以咧，亦都係咧，但係就爭咗一截啦。西伯利亞原來錄得最低嘅温度咧，就係-71.2度，哇，爭咗十幾度，嚇、都好犀利嘅。其實想像唔到嘅，根本嗰啲嘅，其實喺暴露出面咧，如果你冇保護嘅話咧，分分鐘真係唔使一分鐘已經死咗啦。嚇、基本上咧，可能根本唔使一分鐘，隻耳仔已經搣得出嚟㗎啦。因為你嗰啲全部嗰啲血管收縮啊嘛，又凝結啊嘛，你根本可能已經隻耳仔一聲已經搣咗出嚟噶啦，嚇係好得人驚嗰種凍係唔係人可以嚇，即係一般可以承受得到嘅嚇。好啦，咁啊，好，我休息一陣，咁我就到你啦。到我咧，咁我就講翻啲生物啦。頭先講得最大最細嘅生物，咁我今次就講呢個最長命嘅生物喎。哦，好啊，好啊，好啊。係啦，咁財哥你又知唔知係咩嚟㗎？你聽過嘅最長命我就知嘅，一般人諗咧就梗係話龜啦，咁即係龜代表長壽啊嘛，係嘛？咁但當然唔係啦，即係如果你講動物同植物比咧，其實動物就一定輸俾植物嘅。咁所以最長壽嘅生物咧，就以我所知咧，地球上嚟講咧，其實係一種杉樹。杉樹。係 pine trees。咁呢種 pine trees 咧，其實就喺加州嘅一啲山上面嘅，但係嗰個咧，佢哋而家所當然佢有啲用碳十四啦，記唔記得我講個碳十四鑑定法啊 ？Carbon 14 dating 啊嘛，好似係講緊超過6000年。我唔係好記得啦。差唔多啦。咁你嗰個揾到個資料咧？都差唔多啦。不過真係財哥，你真係考慮唔到，犀利啊！咁我再考你，就係咧最長壽嘅動物咧。
最長壽的動物呢就真的很考起喎。不過講清楚一點，就是說這個是要度得到的，即是你度不到那些就即是沒有一個科學方法去度清楚一些，所以就不行的。成為最強 Creator， 贏取10萬元現金及2015年電影演出機會。我要出人頭地，我要全世界的人都看到我的 MV， 聽到我的歌。我要搞笑，我要填詞，我要搞笑，我要填詞。做嘢啦你！我要唱歌。實現夢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他哋四個行出了呢一步，透過 YouTube 呢一個媒介，一步步實現夢想，你都可以。立即登入 dimbo.tv 填妥网上报名表格及上载参赛片段，你就有机会获得10万元现金奖、2015年电影演出机会及其他丰富奖品。哇，有成10万蚊奖金啊，正啊，有得拍戏添噶喎！我帮你哋报咗名咯。哇！有咩？评判啱啊，嗬？评判啊！报名做评判呢度。我晕啊！帮手啊！报名啊！戴眼镜啊！評判啊！快啲參加香港最強新秀戰2014，俾全世界人知道你嘅能力、你嘅想法，拍一條片改變一生。宇宙無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學。李偉才博士 ，Jeffy， 浩浩雙雙。最長壽的動物真係是但答都得噶咯。當然啦，有人會估，都仍然係估係龜啦，係嘛？咁但係咧，我估係大象。哦，咁其實係啲海洋生物嚟嘅。哦，海洋生物冇錯。咁就其實咧，其實個咧係有兩個講法噶喎。咁我兩個講法都要講得清楚。係，因為其實係講緊一啲貝殼嚟嘅。貝殼係啦，冇錯。係喎，就好似啲蜆咁樣。哇！蚌精啊！係啦，蚌精啊！係啦。咁佢咧就有幾長壽咧，就係話佢係一個明朝嘅生物嚟嘅。哇！咁就係有507歲。507歲，哇！不能想象。得到嘅507歲。哦，我度得到，係。但係咧，好不幸啦，就係因為呢個507歲嘅呢個揾到呢個明朝嘅動物咧，咁佢就因為俾嗰啲科學家研究，哎呀，係啦，冇錯，咁就整死佢啦。哦，係啦，咁但係有一樣好得意嘅嘢，都係啲題外話，就係話咁究竟財哥你估下點樣度嗰啲貝殼嘅壽命咧？咁好似頭先講啦，用人又可以揾到啲牙度啦，咁點樣度嗰啲貝殼嘅壽命咧？同埋啲樹木又係咁樣噶喎。啊，樹木就係年輪啦，因為佢一年一年咁樣係嘛，冬天夏天冬天夏天，真係濕乾濕乾咁樣啊嘛，嗰啲叫做 dendrochronology，dendro 就木咁解啊。咁所以咧，其實你貝殼都一樣咯，就睇佢嗰個沉積咯，係嘛？得個貝殼嘅一層一層。冇錯，因為佢喺度生咧，咁財哥真係好犀利啦。咁你係啦，估得到啊？即係其實原來好似好多好多生物咧都會有年輪嘅，甚至生物啦，即係樹又有樹一定有啦，係啦，龜又有啦，咁植物啦，聽講人都有嘅。可能人嘅牙齒啊咁樣樣類似啊，或者係譬如嗰啲動物嗰啲角啊咁樣啊，因為佢每年都喺度生啊咁樣樣咧，其實你都可以在那裡找出的，沒錯。當然另一個就是用 carbon 14 啦，如果你可以的話，係嘛，咁啊 carbon 14 都是，但係嗰啲咧就會是即係你係死咗啦，你死咗幾耐，係嘛？咁如果佢係生嘅咧，其實你度唔到喎。冇錯。佢反而你死咗幾耐就度得到啊，係啦，冇錯。係啦，冇錯啦。咁但係咧，另外一個講法咧，就係話呢個最近期喺個日本嘅科學家研究嘅，就係話呢個燈塔水母啊。咁呢個點樣登塔上水母長壽？嗱，點解呢個就好多人覺得好得意嘅？點解咧？因為原來佢發覺呢個登塔水母咧，佢係有一種叫做回春嘅能力啊！哇！即係話咧，原來啲登塔水母佢係唔知點解，佢去到最尾有個機制咧，佢就可以回復翻之前嗰個狀態嘅。係，咁唔知點解嘅喎，佢哋又真係有啲研究咧，即係好似證據確鑿咁樣講到咧。哇！咁個個都要整嗰啲燈塔水母嚟咩搽膏膏啊咁樣咯，嗰啲美容院有㗎，有啲人都會攞嚟研究啦。係啦，呢個真係個個都會想尋求長壽方法啦，冇錯。咁但係就因為呢個都係好受質疑啊，咁所以咁我兩個都落出嚟啦。哦，但係呢個亦都有一個樣嘢係要講一講嘅，就係呢個水母咧呢一個現象，其實就唔係今日嘅題目嘅，都係個題外話，但係好快講完咧，就係如果而家有冇聽過咧嗰啲水母係越嚟越多，
即係聽過聽過，特別係喺日本海嗰度啊。係啦，冇錯，日本海。係啊，其實唔單止日本海，已經新聞報導過㗎啦。係啊，直情係全世界咧都會有嘅，即係英國啊，無論係總之沿海嘅。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差嘅現象嚟。點解咧？唔係，其實唔知道，即係有好多都係話同全球暖化有關。冇錯啦，其實咧啲人都係咁講啦，就係、是、話因為而家全球暖化咧，咁嗰啲水母本身好多水母都係一啲比較上温帶嘅植物嘅動物嚟嘅。係啦，咁而家全球暖化咧，令到佢哋咧就會周圍走啊，即係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啦。咁令到佢哋個生存咧就會越嚟越個機率會高咗啦。係。咁同埋就話而家咧人咧就成日倒即係嗰啲工廠啊污染。係啦，冇錯，啲污染同埋嗰啲排放出嚟嗰啲譬如啲糞便啦。係，嗰啲廚餘咧，咁啊令到嗰啲水母咧，佢哋就有好多嘅養分喎、哦，係，咁所以佢哋啊生存得好好啦，嗯，同埋咧就係話佢哋咧又而家咧嗰啲人咧過度捕魚啊，嗯，咁因為你一路喺度捕魚嘅話咧，咁佢嗰啲魚咧本身就兩樣嘢嘅喎，一個就係話佢係同嗰啲魚競爭啦，係，即係可能同啲細魚一齊就喺度鬥搶嗰啲食物喎、哦，咁但係啲細魚俾人捉咗落，捉曬啦，係啦，冇錯啦。咁嗰啲益曬啲水母，冇錯啦。咁佢又繼續啦。咁即係另外就係話，本身食水母嘅魚咧，咁、又俾人捉咗落，又少咗啦。係啦，冇錯啦。咁就咁啲水母咧，咁啊完全非常之有利嘅條件生存啦。咁搞到而家咧，啲科學家仲認為就話，哦，可能水母遲啲咧係會多過魚嘅呢個海洋啦。係啦，冇錯啦，即係統治呢個海洋。大家唔好食魚啦，咁啊食呢個海蜇算啦。係啦，冇錯啦，冇魚好多人咁講啦。雖然你話呢個水母有咩，即係實質上將來會影響。就唔知嘅，即係當然佢影響到生態環境啦。咁但係當然到最尾，即係大家可能要先知道將來會點樣咯。咁既然講到呢樣咧，我就其實係想講一樣世界之最咧。但我真係太多嘢，我太貪心啦，我就唔夠時間查資料嚇、啊。大家可能去查就最毒嘅生物。最毒嘅生物。咁、最毒嘅生物嚟講咧，其實咧我都噏唔到嚇。當然一般嚟講就係有啲蛇毒蛇應該好毒嘅、我哋成日都講啦嚇，即係嗰啲飯鏟頭啊咁樣樣啊嚇，就係好犀利嘅，即係差唔多啦，咬咗你之後咧，或者即係行唔夠五步啊、七步啊，唉，七步成屍啊，但係你問題你七步唔夠咧，你就一定死㗎啦咁樣，好毒好毒。咁當然另外咧，亦都毒嘅咧，當然有毒蠍子啦。咁毒蠍子咧，我細細個都知啦，因為你知我發燒咩啊？發燒天文㗎嘛，天文入面有兩個星座，一個就係獵户座同天蠍座。唉，點解佢兩個咧？所謂動如如參與傷啦，嚇，即係心與傷啦，嗬。咁就係話夏天咧就係見到天蠍座，冬天就見到獵户座，兩個永遠都唔會一齊喺個天度出現嘅，就因為佢係死敵。點解咧？因為獵户係一個好叻好叻嘅，即係獵人啦，係個英雄啦，叫 Orion 啦，係嘛？其實佢最後冇人打得死佢，最後點死嘅咧？就俾個毒蠍子嗰條尾就刉到佢只腳，咁啊死咗嘅。咁所以兩個就係宿敵嚟啦，嚇。咁所以咧。蠍子嗰個條尾又係好毒劇毒，咁另外一個咧就點解我引你講咧，就係話原來一種水母，冇錯係，係啦就叫咩啊？我就唔知咩名，不過我就睇過咧，佢就會吉人嘅葡萄牙戰艦，葡萄牙戰艦啊，叫做 Portuguese Man of War 嗱 ，Man of War 咧其實就係一個俗稱就係即係戰艦咁解，係啊，咁呢個葡萄牙戰艦咧亦都係好毒嘅，即係如果你即係游水嘅時期咧，即係俾佢嚇吉親嘅話咧，死啦！咁當然咧，其實大家可能都仲有少少依稀嘅記憶咧，就係好幾年前啊，即係澳洲有一個叫鱷魚先生咧 ，Mr. Crocodile 咧，即係佢專係拍好多野生生物嘅紀錄片嘅，咁啊捉住啲鱷魚啊，咁啊唔～驚嘅咁樣樣，咁但係咧個人都話：哇，會唔會有一日最後俾鱷魚咬死啊？嚇，最後佢真係死咗喎，其實英年早逝啊，好後生四十幾，但係佢唔係俾鱷魚咬死，原來佢係潛水嗰陣時咧，俾魔鬼魚條尾吉到。即係佢一潛唔為意，係啊，即係佢嚇親條魔鬼魚啊！其實動物最緊要咧，就係動物係唔嚇得嘅，即係咧，反而而家好多動物咧，其實佢係唔一定會唔攻擊你嘅，你一嚇佢就驚啦，佢咧佢就驚，一驚嘅時期咧，佢乜都做得出嘅，嚇，即係甚至一隻馬都可以殺死人，你知唔知啊？咁咪啦，佢個後腿啊，你知唔知啊？個馬嘅後腿隨時可以殺死一個人嘅，嚇，所以你唔好亂咁嚇。啲動物係嘛？咁佢就係嚇親嗰條魔鬼魚，個魔鬼一驚嘅時期，嗰條唔係一吉吉就救唔翻啦。哦，嚇咁啊啊！呢個咧世界最毒啦。大家都要諗下，即係留意清楚，就係話而家都好多嗰啲海灘咧，咁又就嗰啲人俾嗰啲水母吉親啦。咁而家係而家呢排係成日嘅意外嚟嘅，咁提一提大家。嗱，真係真係小心㗎，係啦，真係有啲係有毒㗎嘛嚇。係啦，咁繼續講啦，就係頭先講啲生物啦。咁人類嚟講咧，咁啊，帥哥，你知唔知最長命嘅國？嘅地方係邊個地方嘅人係最長命嘅？我睇過噶，不過又唔係好記得。嗰陣時，有講過係咪瑞典咧？可能有講過日本嘅噃。啊，咁啊，才哥咧，講啱咗一半啦。係。咁你可能呢個估唔到啊。係。原來咧，全世界最長命嘅地方咧，嘅女人咧。
就真係最長命嘅喎，係86.61歲嘅。啊，即係平均嚟講，係啦，冇錯，86.61歲。但係咧，原來第二咧嘅女人咧已經係香港啦。咁就係第一係邊度啫？你未講。女人第一就係日本啦。啊，日本係啦，冇錯啦，即係日本女性86.61。哇，第二就香港啦。係啦，冇錯啦。犀利。咁甚至乎咧，日本咧係一路都打破紀錄咧，完全幾十年咧，廿幾年啦，都係佢做紀錄嘅。咁但係因為之前幾年前咧嗰啲地震咧，咁死好多人啦。咁點知就俾香港係啦，唯一就係打破一次啦。咁另外點解話啱日本咧？就係男人嗰度咧。原來就係竟然係估唔到係香港喎。男人而家香港係排第一，冇錯係香港第一㗎。哇！因為可能香港都係，不過佢嗰個最長命嘅就係、是、平均嚟講就係80.9歲啦。80.9係啦。咁、可能緊接嚟過落嚟就係冰島、瑞士、冰島係同埋日本啦。咁可能因為其實而家話啲人咧，點解香港嗰啲人咁長命，同埋、日本咧都可能喺醫療嗰啲制度改善咗啊，即係醫療嗰啲係關係㗎，好有關係嘅。冇錯啦。咁講一講就係咧，最長命嘅人咧，咁、呢個咧就係、是、日本人啦，即係講男人。前幾日。新聞有賣到喎、啊，但其實都有時有分男女嘅，係冇錯。但係咧前幾日咧賣嗰個新聞就係日本一個男性，就係111歲。嗯，哇，真係都好，其實佢唔係嘅，佢呢個就再長命少少嘅，再細嘅，係再細嘅，係冇錯。但係佢就話再細，而家就係呢個最長命，係即係證實。但係如果係唔係再細嘅咧，我哋都有啊，都有啊。歷史上咧，就係話法國有一個人，呢個係女人。是應該是女人嚟嘅，冇錯，就係122歲，164日，係啦，冇錯啦，又我揾到嘅，哇，122歲喎，真係犀利啊！但係佢其實佢犀利嘅地方咧，財哥你估唔到喎，就原來佢85歲咧，先至開始研習呢個劍擊嘅，哇，即係話咧，即係佢108歲咧，仲可以踩單車嘅，哇，勁啊！係114歲，佢都仲可以周圍行嘅，犀利。咁其實我睇佢呢個資料咧，原來佢係1875年出生，1875年，咁樣咧。佢過身嗰年咧就係回歸，九七年啦，就係97年先至過身嘅，真係厲害，厲害，係啊係啊。咁財哥，你又估下咧？佢哋咧有咩可以咁長命噶啦？咁但係佢呢個你估唔到啦。好多人都想研究喎。係啦，咁呢個男人男嗰個男嗰個日本嗰個最長命啦，116歲啦，116歲，咁54日啦，係啦，就係呢個其實係啱啱舊年先過身。係咩名啊？你睇到呢個？哦，我冇啦，即係已經睇到資料。木村次郎右衛門。木村次郎，哦，係係係。咁其實佢講嗰啲都係我哋成日聽嘅，都係嗰啲話有啲座右銘啦，就係。莫道人生苦，風雨過後總是晴。咁好似呢個蘇適嘅咁啱，幾時都係，即係咧嗰個生活嘅方式、起居飲食固然係重要，但係我哋成日講個心境咧，心境其實係好重要、好重要嘅。冇錯，咁但係女人嗰個咧又好得意嘅，因為咧當然佢就話佢就成日搽啲橄欖油啦，同埋食親嘢咧都不斷咁食嗰啲橄欖油啦。咁、但係咧。有一個幾搞笑嘅就係，其實佢每個禮拜咧都食兩磅朱古力。兩磅朱古力，哇！中意食朱古力嗰啲人，呢個簡直係太好嘅消息啦，真係。同埋佢咧，21歲咧，開始食煙咧。佢一路食到117歲，係啊，係啦，呢個就唔好話俾人知啦。但係咧，到最尾係因為眼唔好啦，即係有少少失明咁咧，咁先至開始就唔食啊，就點唔到煙咯。哦，咁係啦，咁嗱，而家就講完啦。咁我哋又講開啲比較上一啲少人知嘅話題啦。好啊，好啊，好啊。咁啊，講煙咯喎。煙啊，食煙啊，係食煙啊。哦，點啊點啊，咩世界之最？冇錯啦。咁究竟呢個世界裡面咧最早可以食大麻嘅地方喺邊度咧？哦，即係合法，係啦係啦係啦。哇！呢個又係好熱嘅話題喎。原來其實係冇錯，柯震東房祖名藝人嘅咁嘅事件啦。係啲人話佢好慘，原來其實好慘啊！根本有好多地方其實合法嘅，即係唔係好多，即係某啲。冇錯，咁我哋有啲州份係合法。咁我哋唔好即係孤物論佢啱唔啱先啦。咁我哋今日世界之最就講佢最早可以食啦。咁合法咧，其實原來好近嘅啫，原來係2013年喎，係烏拉圭喎。國家你講國家，冇錯啦，即係但係唔係喎？如果講州份嚟講，美國有啲州份好早已經合法。美國的確係最早咧，其實可能嗰個講法就有少模糊啊。係，因為原來咧，即係大家都知道，其實食大麻最出名嘅地方都係荷蘭啦。哦，即係荷蘭最出名啦，啲人食。我又唔知喎，我知淨係呢個嚇，嗰陣時拍個跳灰啊咩嗰啲戲啊，荷蘭就係啲毒品交易中心啊。有個州都係得嘅，唔知我唔記得咗邊個州啦。係咁，但係講緊入呢個荷蘭咧，1976年咧，咁佢哋就已經可以，佢就。唔係直接話俾你食大麻喎，佢就話啦，佢分兩種嘅，一啲就叫做硬性毒品，咁一種就叫軟性，咁佢就將呢個大麻咧就歸納做軟性毒品，咁軟性毒品咧。軟性毒品啦，咁佢就唔可以你公開食嘅，咁你可以私人食，咁同埋咧就唔可以賣俾細路仔嘅，係啦，冇錯，賣俾成人。咁你有冇去過
這個荷蘭啊？我去過，去過很多年前啦。咁你有冇去過啲 coffee shop？即係啲咖啡館，不過真係冇去過。咁大家小心喎。原來咧，荷蘭咧嗰個你叫 coffee shop 嘅地方咧，原來就係食大麻嘅地方嚟嘅，係喎。咁有冇咖啡飲先？咖啡咯，即係咁唔同。佢應該可能都有咖啡飲，不過即係話佢亦都咧係容許你係啦，係專喺嗰啲地方咧就係食大麻啦。但係總之就係大家聽到咧。coffee shop 就係咯，咁我鎮東房準備好心你去嗰度食啦。係啦，點解你咁笨咧？咁真係冇得講啊！呢樣嘢真係好咁。另外一個世界之最咧，就係呢個邊一樣毒品係最令人上癮同埋最危險嘅咧？我真係唔知喎。咁原來咧就係呢個海洛因啦。咁啊最咩啦？可卡因咩㗎？好勁！咁我而家嚇海洛因係最出名㗎啦，係嘛？係上癮得好緊要。咁呢個資料俾翻大家聽咧，就係原來大麻咧，其實原來比呢個酒啦、酒精啦，同埋比呢個煙劑咧，其實仲更加安全同埋更加少上癮嘅。咁大家當係知一知啦。知啊，你好啊嚇，因為香港都仲未係合法界，你唔好亂嚟啊。我就唔係。唉，點解即係我哋叫懟草啊？唉，我老婆咁樣幾中意懟草啊，但係佢唔係食大麻，佢係食嗰啲鬼佬嘅嗰啲生食嘅沙律。哦。咁樣咧，成好似草咁啊嘛，佢咪好中意食，因為佢以前咧，我哋呢啲香港人咧，嗰啲咪所謂鬼佬沙律咧，就整到一劈嘢沙律醬嗰啲咁樣啊，咩雜果沙律啊，有啲薯仔啊，有啲咁嘅蘋果菠蘿。咁但係而家咧，我老婆就開始咧唔中意食嗰啲啦，就中意食而家。啲人去啲西餐咧，都係嗰啲咁全部生嘅鬼佬菜啦嚇，唔係嗰啲唐人嘅菜啦。咁啊咧，我哋個個都係咁笑啊，嗰啲咪叫懟草咯。嚇，你中唔中意懟草啊？我就我以前唔係好中意嘅，但係而家俾我老婆影下咧，都開始中意懟草啦。就係嗰啲生嘅鬼佬菜，咩火箭菜啊，乜乜嗰啲咁樣樣咧。我而家都係，我而家都係日日由朝即係朝頭早晏晝，我都係食啲生菜，即係菜咁嗰啲菜啦，係啦，冇錯。但係其實咧，我係咩？我兩樣都中意食嘅，即係嗰啲舊式嗰啲咁一撇。嗰啲沙律醬嗰啲啊，又有菠蘿啊，又有蘋果啊，有薯仔嗰啲，其實我一樣中意食嘅，你整得好係嘛？好，好嗱咁樣咧就哇，真係好好多嘢喎！其實我呢邊仲有好多喎，係喎，咁啊，翻到下節講多啲啦，財哥，好好好，好。竅唔怕舊，最緊要有一個話你知咩係好竅嘅節目。但係你請男朋友食飯咧，你想男朋友哇，阿 Ken 啲豬肉真係好食嘅，好簡單。佢全部都炸得噶啦，一炸就好食噶啦，真係噶。總之女人話俾你聽，秘笈對男人就係最緊要炸炸型，咁一次炸都型先。巧到用時方恨少，超人林超榮、文公子、Kate， 逢星期一晚九點，迷迷香港係有種態度。一個 free 嘅平台，一早上網。有胆有声话，迷迷香港，无牌无挂。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好，歡迎大家翻到嚟今晚嘅浩浩雙雙嚇。咁啊，今晚嘅主題咧都仲係世界之最。咁啊，其實我哋呢兩晚即係加埋上個禮拜咧，就已經同大家分享咗好多好多世界之最啦嚇。咁啊，就有啲咧係真係都幾匪夷所思嘅嚇，即係有啲大開眼界啦嚇。另外一個咧，頭先有講到即係最長壽嘅人啦嚇。咁啊，而家咧，其實我又想同大家介紹咧，世界紀錄上最高嘅人。最高嘅人。咁最高咧，真係好犀利嘅喎！最高同埋最矮嘅，矮好難講啦，侏儒嗰啲好矮啦嚇。但係就算係唔係侏儒嘅咧，有啲人都真係好細粒嘅。B B 咁你都好。即係你睇落去 B B 唔算，講成年人啦，成年人啦。咁但係你真係咧，有時有啲咁樣嘅成年人行埋去姚明隔離咧，哇！你簡直覺得好似係兩個唔嚟自唔同星球喎咁樣樣係嘛？咁你姚明已經算犀利啦係嘛？但係其實梗係有排都未算啦，姚明。原來世界上最高嘅人咧，姚明幾多高？我唔係好記得啊嚇，係咪即係七尺或者七尺松啲啦？我當佢。咁但係咧，好犀利啦嚇。咁啊，但係最高嘅人咧，原來係八尺十一寸。哇！即係大有冇大概幾多度咧？就係2.8七二個米啦，即係2.72米啦，到半嚇，即係272嘅 cm 啦。咁所以咧，其實係好多香港嘅。嗰啲屋苑嗰啲房咧，基本上係裝佢唔落，都裝唔到嘅。佢點瞓都瞓唔到噶啦，打斜瞓就好勉強。因為你知道而家我哋嗰啲咁樣嘅咁啊豆腐
嘅潤咁細嘅屋啦，係嘛？有好多房咧，根本係最多係八尺乘七尺嘅啫嘛。哇！八尺乘七尺，佢八尺十一寸，點瞓啊？咁佢如果去嗰啲老人院啊，仲大鑊。仲大啊！好似頭先你講，仲大鑊啊！真係。咁佢呢一個咧，原來係一個係美國人嚟嘅。咁就佢過身㗎啦，就係1940年咧就過身，但係佢都好可惜，其實根本佢係一個病嚟嘅，即係呢種叫做巨人症，叫做 gigantism 啊。咁所以咧佢抑制唔到嘅，抑制唔到嘅。咁去到八尺十一寸咧，佢22歲就過身啦。咁而家嚟講咧，就現時嚇，即係我都係睇個網上嘅資料咧，就係土耳其嘅一個人咧，就仲在世嘅。佢係1982年出世，嚇咁就唔係好大年紀啦。咁佢嘅身高就係8尺3寸，哇，都好犀利啊！咁啊就即係2.51米。但係以中國人嚟講咧，就原來都仲在世喎。嚇、就遲一年出世添，1983年出世嘅。原來唔係姚明啊！唔係姚明，係邊個？佢呢個叫張俊才啦嚇，咁冇人識噶啦嚇，即係咁。原來佢嘅身高咧就係7尺11寸啊！嗯，哇，真係都好得人驚啊！嚇，呢個就係世界上最高嘅人啦。嗯，好啦，咁啊翻翻嚟，我哋咧就講呢、這個。又翻去地理最高嘅人啦，之後係咪講最矮又冇嘅咯？有冇最重咧？啊，係喎係喎，哎呀，唔記得咗點最重啊！最重嘅好多人驚我講話最重嘅人咧，我去揾呢個資料嘅時期咧，唉，唔覺意咧就睇咗啲相啦，佢有啲圖片啦，哇！睇完我都唔想睇啊，我都奉勸大家唔好上網睇啊，除非你大家有啲特殊嘅癖好啦，係嘛？我睇到你哋好驚啊，好不安嘅。咁樣咧，佢最重嘅人咧，我都想象唔到啊，我就懷疑佢係咪真係有資料上嘅錯誤啦嚇。佢就係原來咧，就係一個1941年出世，但係就1983年過身嘅嚇，就一個美國人咧，係1400磅啊！1400，哇！我都係百幾磅咁啊！咁啊，直情係做十個人有多啦，尤其是女士嚟講啊，而家啲女士啊，苗條啊，就係100磅嗰啲嚴重啊嘛，咁啊14個女士咯，哇！一個等於喂，你得人驚啊！十幾，但係有冇可能一個人會重1400磅嘅啫？即係635公斤喎，係嘛？哇！咁啊，仲有第三名嗰啲都唔講啦，但係即係你有特殊癖好，你上去睇下啦，我就唔會再去睇噶啦，老實講啊，嚇呢個就係最重嘅人啦，嚇好當然有好多大家知道啦，嗰啲雙撲手都好重啦，但係雙撲手會重得嚟咧，佢靈活喎，好犀利喎，嗰啲係夾硬谷出嚟嘅，係嘛？好啦。咁而家咧就翻翻去小學雞啦，小學雞咧，我其實細蚊仔我都話啦，我最中意睇地圖噶嘛。咁睇地圖咧，咁啊講個咩最大幾多大洲幾多大洋嗰啲啦，係嘛？即係最高嘅山最長嘅河啦。咁但係咧，另外我都會問嗰個問題嘅，就係話最大嘅國家，即係以面積計，咁世界上又俾你估下啦。俄羅斯啊？係呢個呢個俄羅斯咧就第一啊，我都知啊。但係第二咧，就未必知道喎。咁有因為叮噹碼頭有幾個國家，你估下啦。咁我估一係加拿大，係中國。好嘢 ，Jamie 就係加拿大。其實唔係好嘢啊，好少加拿大。如果按照嚇，我唔知啊嚇，即係有冇得拗啦？中國排第三。咁啊，邊個排第四啊？第四印度啊，係嘛？唔係，都唔係哦。美國係啦，冇錯啦，所以咧頭四名咧就係俄加中美嚇。好啦，但係最細嘅國家呢個就呢個係咪啊？我啱啱去完翻嚟。呢個啱啱係咪個耶穌個天主教嗰個梵蒂岡？冇錯啦，梵蒂岡係世界上最細嘅國家咧。佢個人口咧，哇，真係應該點講咧？香港是打區18區嘅最細嗰個區都等佢如果好多個倍啦，係嘛？因為佢叫咗一個國家，但係原來佢即係真正喺嗰度嘅人咧，就係770人嘅啫。係哇，700幾人。當然其實即係以嗰個遊客嘅數目同個人口嘅數目咧，佢一定係最勁嘅啦。雖然我哋香港都勁啦，嗱，我哋香港700萬人，而家最近嘅就係720萬啦。但係我哋每年有幾千萬遊客噶嘛，咁你比較上嚟咪好多倍啊？但係你比梵蒂岡行埋邊？因為佢770人，但係每年嘅遊客咧都唔知係幾多倍啊，噏唔出啊，係嘛？好啦，咁第二個細嘅國家嚟講咧，就係摩納哥。摩納哥。法國南部嘅，原來摩納哥啊！但千祈唔好搞錯喎，一個就摩洛哥喎，就 Morocco 就係喺北非嘅一個國家嚟噶嘛。但係呢個咧叫 Monaco 就係法國南部嘅一個好細嘅地方嘅國家啦。原來佢係得32000人嘅啫。咁另外一個咧我都唔識啊，應該咧係有啲係南太平洋啲小島嚟嘅。南太平洋小島有啲島國咧，譬如呢個 Tuvalu 啊，即係喺紐西蘭東北邊嘅，就係曾經又出過新聞嘅，就係話全球暖化、海平面上升咧，即係佢就要求呢個紐西蘭可唔可以收曬佢啲人啊？咁樣樣，收曬佢啲人啊！哇，好犀利喎！收曬成個國家嘅人，點得啊？咁樣樣，
但係原來佢成個國家都係得12000人嚇，咁啊12000人係好多人道主義啊！如果你真係唔掂嘅，咁啊起碼嗰度紐西蘭咁多地方係嘛，羊多過人唔緊要啦，係嘛？咁呢個就叫 Tuvalu 啦，咁樣最少嘅國家。咁啊，另外咧，而家就講啦，人口密度最高嘅國家。人口密度最高嗱，咁我哋唔係，其實咧我係講最高嘅城市啦，即係城市，以城市世界上咁多城市嚟講，咁啊人口密度最高係乜嘢咧？咁我都以為唔係香港都係數一數二啦咁樣，哇，原來爭好遠啊！嗯，原來其實咧又唔係喎，好近我哋嘅啫喎，近啊！不過而家大家都唔會去㗎啦，大概30-40年前咧就係好多人去旅行，好中意嘅。哦，泰國唔係越南都唔係，都唔啊，咁係乜嘢？咁因為發生咗件悲劇。哦，菲律賓係啦，係、哦、就係、是、馬尼拉。原來馬尼拉咧，嗱、我按照呢個咁樣嘅資料咧，佢就係、是、因為佢原來馬尼拉嘅面積好細嘅，但係佢住咗1200萬人。咁咁樣馬尼拉又香港幾多？有冇香港島？我就唔知啊，就係話，即係你其實可以上網查到嘅，即係個面積嘅嗰、那個所謂啊 metropolitan area 城市面積啊。咁佢住咗1200萬人咧，但係佢應該嗰、那個即係真係居住面積、可居住面積咧，可能仲細過香港咧。咁、但係佢呢個數字我又有少少表懷疑喎、因為原來香港咧，嗱我講香港先，香港咧都差唔多係排第二嘅啦。但係佢嗰個嘅人口密度咧就係、是、每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6650。六六五零，香港嚇，6600幾，但係馬尼拉咧係42857喎，哇哇，好多倍喎，即係42857喎，即係每平方公里，咁我係有少少好懷疑。我聽講咧就係最密集嘅地方咧係旺角嘅。咁可能咧，馬尼拉咧就周圍都係旺角。嗱，我又查過，我都以為係，我以為深水埗添。即係曾經我記得小學嗰陣時讀過啲書咧，就話啊，即係人口密度最高嘅，差唔多世界數一數二就係深水埗咁啊。咁啊，你又話旺角啊？但係我最近上呢、這個即係網上查咧，嗱，我唔知有幾真啦，係講觀塘。原來我話觀塘咧就係、是、按照2013年嗰個統計咧個人口密度咧就是、香港之冠喎。你又估唔到？可能講住人啦。係真係唔知啦。咁但係咧。其實啊，咁啊搞錯咗啦。其實香港唔係排第二啊，我即係應該我淨係排得出嚟啫，即係馬尼拉第一啦。咁啊，第二、第三我都唔知啦，但係我就特登攞嚟比較嘅啫，因為原來咧新加坡高過我哋。哦，新加坡嗰個面積其實唔大嘅，大家知道啦。但係即係佢好似都係500萬人左右啦，新加坡。所以佢個密度咧係7669，即係7669人。所以佢係高過。我以為香港已經好逼啦。係啊，係啊。原來呢、這個，但係你唔好忘記，真係嘅。香港話逼話逼，你打開香港地圖睇下咧，我哋有好多郊野公園㗎、雖然而家資本家就想發展啦，你知啦，又舊事重提啊，將呢個大嶼山點樣發展啊，就喐到郊野公園咁啊，林超英就係、是、哇曬嬲嘅係嘛，即係話啲人離曬譜啊咁樣樣啊嚇，咁所以咧，其實香港咧仲係有好多郊野地方，所以你咁樣計咧，真係唔咁啊係喎。其實新加坡咧冇郊野咁滯㗎，你去過新加坡睇下，全部都要改曬，全部都係差唔多係 build up area 嚟㗎，嚇咁所以從呢個角度嚟睇咧，即係香港係優勝過新加坡好多，即係我哋嘅自然風景啊，其實優勝過好多。好啦，咁啊，如果講最人口密度最低嘅咧，人口密度最低，今次咧我哋又唔係睇城市啦。我哋又睇國家最低國家咧，原來最低嘅咧，又離我哋唔算太遠啦嚇、但係即係我都未去過嚇、但係而家同我哋中國嘅關係認真麻麻嘅嚇，就係、是、蒙古。蒙古、即係原本係屬於我哋嘅清朝嘅時期屬於我哋嘅咁，但係你知道啦，後嚟即係1949年嗰陣時咧，就係即係叫外蒙古就其實獨立咗啦嘛。嗰陣時其實即係以我所知就係俾當時嘅蘇聯就慫恿佢獨立咗啦。咁、所以咧以前都話中國嗰個地圖咧就係一個海棠秋葉咁樣樣嘅。但係而家因為冇咗個忽咧，就變一隻角雞。公雞咁。係啊，變只公雞咁樣樣嘅係嘛？就係、是、因為冇咗個忽啦，就係、是、蒙古。咁蒙古咧就好誇張啊！佢每平方公里咧，係兩個人。哇！平方公里兩個人，呢個國家可能而家我哋成個濟月涌咧就冇人得我哋啦。每平方公里就兩個人啫。咁另外咧就另外一個喺非洲嘅原來，因為嗰度係主要係沙漠嚟嘅，就納米比亞。Namibia 啊，納米比亞咧其實同蒙古即係叮多碼頭又係接近兩個人，即係平方公里。咁但係原來有一個咧，大家估唔到嘅。就我喺嗰度住咗4年嘅。哇，4年哦，澳洲啊。哇，原來咁。澳洲原來你係幾多咧？嚇，當然佢高過蒙古50%。啊哈，哦，哇，50%好似好多，即係三個人，都係三個人。原來澳洲啊，因為澳洲咧，即係你睇下佢幾大至得㗎，睇睇。
原來佢個總人口咧只係2200万。嗯，哇！2200万咧，其實係少到真係冇可能啊！你知唔知廣東省，即係你已經係接近成億人嘅啦嘛，係嘛？即係你淨係四川省啊，即係過億人嘅嘛，即係佢2200万喎，哇，係咁大地方喎，所以咧佢平均嚟講咧，其實咧每平方公里係三個人啫。唉，你話，所以你話啊，澳洲生活環境真係好啦，咁曬氣嘅，阿媽係女人，我鬼唔知咩，係嘛？大家諗諗呢啲最基本嘅數據先啦，唔該，係嘛？即係兩個完全唔同嘅遊戲嚟嘅，即係我哋鬼子都話齋，it's a totally different ball game， 係嘛？即係你咁樣嚟比較係冇意義嘅，係嘛？即係你講真，但係大家嚟時咁講咧，即係唔係咁殘忍？你話我哋中國都可以同澳洲一樣㗎，九成嘅人死咗咪得咯，係嘛？我哋十個殺九個，係嘛？包括你嘅親人啊、你嘅朋友啊咁樣，或者你都唔定，十個殺九個，我哋中國都可以同澳洲一樣咁 happy 㗎，冇得講㗎嘛呢樣嘢，係嘛？你嘅歷史就係咁樣，大家要面對現實自己㗎。你完全唔考慮啲基本數據嚟比較係冇意義嘅，好多人都係嘅，唔睇基本數據嘅，真係我都好服啊，真係，係嘛？咁樣啊，咁啊，財哥你講啲小學雞，我又唔係覺得唔係好小學雞啫。哦，咁我問你一個，即係我哋而家啲小學雞問題啊，有冇聽過？大學答唔係，都係小學雞啦。咁啊，真係小學生問啦。係你知唔知咩係最黃色嘅顏色啊？最黃色嘅係啊，係啊，最我真係冇諗過。冇啊，你有冇聽過呢個睇電影呢個《無限温暖的暖》啊？接近冇啊，冇啊。嗰就叫 blue is the warmest color， 咁有趣哦！嗰即係佢 warmest 係最暖咁解，佢即係因為一般人嚟講咧，俾人感覺藍色就冷啊嘛，係啦，冇錯，係嘛？即係紅色或者橙色就比較暖，或者黃色都係屬於暖。係啊，即係調翻轉講，調翻轉講。不過咧，都係小學雞問題，因為 warmest 即係黃最黃色，呢啲真係小學雞啦嚇。唔係，即係而家啲人真係咁無聊啦。咁你啲發音有問題咯，我哋小學雞。咁但係咧，我哋睇下古代咧，你估下。最古代啲小學雞又會點樣？咁因為而家我揾到呢個咧，係一個最古，即係最遠古時候嘅笑話啦。係。咁呢個就係話你喺耶穌之前1900年啊。哦。咁嘅一個笑話。即係隔而家接近3000年。咁呢個就係一個蘇美人講嘅笑話嚟嘅。咁佢就應該係而家嘅伊拉克南部啦。嗯嗯。係啦，咁佢就話一樣嘢係呢個世紀自古以嚟都唔會發生嘅一件事。就係咩咧？咁就係咧，都係估唔到噶啦。就係一個少婦咧，坐喺佢嘅夫君嘅大髀嗰度放屁。嗱，你諗下個畫面，你有冇可能發生一件事？咁樣咯，即係放屁咯，即係會一個好一個少婦啦，坐喺係啊。你有冇你老婆會唔會坐喺你大髀咧？有時。咁你想象下個我老婆梗係唔會啦，唔會嘅咩？唔會嘅咩？咁以為你哋會嘅喎，咁啊就唔會喺度放屁啦。咁呢個就係最古老嘅一個，咁叫最古老笑話。OK， 係啊，冇錯，原來都真係幾得意喎，講啲嘢。咁做第二個咧，就係一個1600年前咧，咁就係耶穌，即係 B.C. 係啦，即係耶穌之前啦。咁啊，1600年前啦，咁呢個就係一個埃及嗰啲法老嘅笑話嚟。嗯。他就話啦，點樣去引一個好悶嘅法老咧就笑咧？哦，咁佢就話，如果你揸架船咧，咁就裡面有好多少女，咁而嗰啲少女咧又淨係著住啲漁網，佢唔係而家啲漁網，真係淨係著住啲漁網，咁就抌佢落去，咁你叫嗰啲叫個法老咧去捉啲魚咧，咁佢就會開心噶啦。哇，咁樣哦！作為一個香港人，維持香港人嘅尊嚴。就係、是、我哋係要教識下一代，教識新一代乜嘢係啱嘅，乜嘢係唔啱嘅，而係會為原則堅持到底。去到呢刻就即係咁樣係呢個 to tell 乜嘢係 right， 乜嘢係 wrong， 係同埋民主係一樣咁重要，即係咁樣係。所以就情願唔要。逢星期一、四晚上10点，逍遙遊，逍遙遊。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咁咧，第三个咧就非常之有趣，就系话哦，原来咧，而家有三个系公牛嘅，即系三个牛车嘅嘅人啦，咁一齐揸住架牛车啦。咁之后而家好口渴，但系去咗个沙漠嗰度。咁佢就话啦，咁一个咧就系拥有嗰只公牛嘅，咁一个就拥有只母牛嘅，一个咧就拥有啲货物嘅。
咁個公牛嗰個人咧就話咯，哦，好口渴喎，不如你哋去揾啦，我驚咧，咁我只牛咧，咁就喺個沙漠嗰度咧就乾死咗，即係會俾啲野獸襲擊啦。咁佢又唔肯去咯。咁之後個母牛就話啦，哦，唔得唔得，我都唔可以去噶啦。咁因為係啦，我就可能會俾只獅子食咗嘅。咁我只母牛咁啦。放物嗰個人就話啦，哦唔得啊，我又唔走得噶咯，因為我走嘅話咧，咁可能啲放物就會唔知俾人偷咗唔見咗啦。咁其實個問題問乜咧，就係話啦，咁佢哋決定三個一齊走出去，一齊去揾水咯。咁翻嚟嗰陣時咧，咁點知嗰只母牛咧就同嗰只公牛咧就一齊搞咗只 B B， 係啦，咁快咧就生咗只母牛仔出嚟喎。咁嘅牛仔咧就將嗰啲放物原來係食物嚟嘅，就食曬。食曬。咁而家個問題就係話啦，咁呢只牛仔咧係屬於邊個咧？哎，我都跟唔到咁滯啦，搞到你個頭，哎，頭都亂埋啦。喂，但係呢啲好似牽強啲喎，即係世界之最嚟講，點都叫做世界之最，最古老嘅笑話嚟咯。咁你頭先話嗰個又最古老，係啊係，唔係即係呢個第三，古老咧又蘇美嗰個，呢個蘇美嗰個係第一，就係1900年前啦。第二一個就係1600年，公認嘅先，係啊，都係啲美國、英國嘅研究嚟嘅，即係佢都揾咗出嚟啦。咁都係俾大家笑下咁啦。係，你既然係咁咧，不如我講翻個笑話俾你聽啦。呢個笑話當然唔係世界之最啦嚇，唔係都係世界之最啊。都話啦，即係有一個外國嘅即係武術大師就嚟到中國，咁咧就想同中國嗰啲即係最好打嘅人嚟去較量。咁啊嚟到咧就周圍去查問中國邊個最好打，邊個最打得咁樣樣喎。咁啊究竟嗱，我知道李小龍係最好打，不過佢已經唔喺度啦。咁究竟係呢一個成龍啊，定係呢個李連杰，抑或甄子丹，定係邊個啊？咁樣樣喎，咁啲人話：，嘥氣啦，全部都唔係啊！咁啊，邊個最好打啊？你真係要想最好打啊？城管最好打咁，系呢个就系个笑话啦。听讲真系最打得嘅城管，你知而家大蝙蝠侠都唔够佢打。唉，冇错啦，呢个就叫世界之最啊！呢个都系笑话嚟嘅。咁啊真系好嗱，咁跟住落嚟咧，既然我头先讲咗嗰啲最大最细国家咧，其实我想讲一样嘢咧，就系最大嘅帝国。嗱，咁啊有少少歷史啦，有地理有歷史啦嚇。咁啊最大嘅帝國咧，其實我一路都以為係蒙古帝國嚇，成吉思汗。咁但係原來好有趣喎，嗱，大家上維基睇下啦，我喺維基睇嘅啫。原來英文同中文係唔同嘅。如果你打呢個即係 list of 即係 largest empires 咁樣樣咧，原來喺維基百科英文咧，佢就將大英帝國列係第一。因為佢大英帝國叫日不落國啊嘛，佢統治嘅地方加加埋埋嘅面積，雖然佢係省省收嘅，裏面佢就原來係歷史上面咧最大嘅帝國。咁但係如果你睇中文嗰個咧，最大帝國嗰個咧個條目咧，啊，佢仍然都仲係列蒙古。咁大家列出嚟咧嗰個面積咧，確實係有啲分別嘅。咁就真係唔知，即係其實好難計嘅講真，係嘛？即係個面積。打到邊？咁但係咧，當然嗰個時間就好唔同啦。原來佢話大英帝國最即係。即係巔峰嘅時期，所以面積最大咧係1922年。1922年。咁蒙古帝國咧最大咧就係1270或者去到1309咁。好啦，咁原來第嗱我當呢個叮噹碼頭啊，第二嗰個咧都好難估嘅，真係其實我都唔知啊嚇。所以而家我哋叫教學雙長，為咗預備呢個節目，我又喺度繼續嚇嚟去學嘢啦。原來第二咧就係俄羅斯帝國喎。咁原來唔係好耐啫喎，就係19世紀末。1895年咧就係佢嘅高峰期，原來係達到最大嘅面積。咁因為你知道啦，佢西伯利亞啊嘛，你睇下佢由呢一個真係波羅的海嗰度一路去到嗰個海參崴嗰度，嚇，即係太平洋嗰度咧幾勁咧，係咪啊？好啦，原來真係最大。咁而咧第四咧，即係或者你話第三啦，原來係西班牙帝國，我都唔知啦嚇。佢最高峰時期就係1740至到90咁上下。嗱，但係第五咧有趣啦。可能好多人唔知道，原來係排第五嘅咯喎，就係大清。大清原來清朝咧，當時嘅版圖咧，如果按照呢個嚟睇咧，已經係排第五，而佢最盛嘅時期咧，即係個面積最大咧，就係1790，即係18世紀末。咁原來第六咧就元朝。元朝。咁但係佢元朝咧，即係佢同蒙古帝國分開嚟計啦嚇。咁但係原來元朝咧，佢最高嘅時期1310年咧。嚇，就係最大，就係排第六啦。咁啊落嚟咧，中間我啲跳咗佢啦，係嘛？但係我哋原來後面咧，唐朝、明朝、漢朝，哇，都係有呢個排位嘅。唐朝係第九名，明朝咧係第11名，漢朝係第12名。但係令到我最詫異嘅咧，就係羅馬帝國，最出名啦。羅馬帝國原來排20啫。
哇，係嘛？我哋淨係漢朝都排十二啊，嗯，羅馬帝國咧係排二十，咁但係大家最盛嘅時間咧，其實係真係差唔多嘅，嗯，即係如果按照啲歷史咧，只係差咗十七年啦嚇，咁嗰啲唔算數。原來即係漢朝最盛嘅時期咧，就是、公元一百年。嗯，啊，即係耶穌死之後一百年，而羅馬帝國最盛嘅時期嘅以面積計咧，就是、公元117嚇。好啦，咁落嚟咧就近好最後嘅一個帝國咁滯啦嚇，就係、是、奧圖曼啦。因為奧圖曼帝國咧，如果正式係真係滅亡咧，係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啊嘛。嚇，嗯啊，即係一百年前都仲有奧圖曼嘅喎，理論上嚇，雖然佢已經弱到即係不得了噶啦。咁啊就係土耳其啦，今日嘅土耳其啦，就奧圖曼啦。原奧圖曼咧就排第27啊。咁而另外一個咧有意思嘅咧，就係因為羅馬帝國咧後嚟就即係分裂咗啦，咁啊西羅馬帝國同東羅馬帝國啦，咁啊西羅馬帝國咧就後嚟就滅亡咗啦，但係東羅馬帝國仲持續咗成千年噶嘛，咁東羅馬帝國有另一個名叫拜占庭嘅嚇 ，Byzantium， 咁 Byzantium 咧原來好渣啫，哇我都估唔到啊，前面嗰啲都唔知點數啊，真係佢竟然排第59，唉嗱嚇，咁樣咧就佢最高峰咧就係公元555嗱，奧圖曼頭先明講，奧圖曼最高峰期咧，嗰個版圖咧就係1683。嗯，好啦，跟住落嚟講咧，亦都係好多人中意講嘅，就係、是、最高嘅建築物。嗯，哇，你知道啦，唉，尤其是過去呢幾十年咧，大家就喺度死爭難爭噶嘛，係嘛，爭崩頭嗰啲起嗰啲樓，喺鬥起啊，有啲夾硬喺上面加條杆，於是我高過你咁樣。咁所以咧，後嚟咧就即係好多啲咁嘅國際建築學會啊，咁樣咧就好多人出嚟就話要唔得啦，唔可以，我哋要定啲規矩啊，你哋太過矛盾啊，知唔知啊？定條魚絲吊出嚟，冇錯啦，係啦，整條魚絲上去又話高過你咁樣，冇意思啦，係嘛？咁所以咧，佢就有某一個定義嘅，即係話真係有一個面積。是用得的點點點啊咁樣，或者之上不能夠再加多高過幾多一條杆。咁而家嚟講咧，其實就冇得拗啊，真係好離譜啊！呢個我都唔知佢，唉，佢嗰個可用面積係咪真係去到咁高啊？係零零舍舍拋嚟嘅，哇！就係暴發户，暴就喺中東，哇！就阿聯酋，阿聯酋啊，咁阿聯酋咧，佢係杜拜，嗯，杜拜一個叫哈利法塔，哈利法塔咧係828米。哇！828米有幾高度？咁啊，真係好難講啊！咩證據先？咁上邊唔知道有咩證據咧，但最尾俾人發現，原來因為同周永康係即係都幾關係好，於是就因為八年前叫個雞原因咧，就拉佢啦。嚇！係咪叫翻只雞出嚟指證佢？係唔知啊！你知上面特別勁啊嘛，係咪先啊？正月光影情懷夢工場電影同其他潮流係一模一樣。你拍过戏未啊？我拍戏嘅时候你喺美国沟紧女啊！佢系有板有眼，工价十足。有冇靓仔啊？你系个靓女啊！今日食人间已经放唔到食条蕉咩？我决定亲自介入 ，in charge， 行动代号大把戏，主持纪涛、Albert、Jimmy。好，一周大把戏啦！大把戏又同大家见面啦！咦？见唔到我哋嗰个 Albert 嘅 Albert 喺边啊？哦 ，Albert 东主有喜啊，所以咧就请假两个星期。喂，佢有喜啊，应该即系都要请埋我哋去噶。诶，咁呢个就吓，梗系有喜事啊嘛，梗系要咩啊？啊，边有喜啊？摆满月酒嘅，佢要翻乡下嗰度啊？系啊，老婆乡下，自己谂下啦，自己领会下啦，吓。总之佢皆有喜事啦。好嗱，咁我喂，但系嗱，我系大把戏啊，而家开始咁我话。先咧就做一隻測驗啊，問一問你兩個學生啊。好啊，你阿 Sir 我啊，你喺個行內嗰度有個花名啊，你知叫咩花名？花名啊，嚇！我就叫一文俊就話你係電影流動圖書館咯。流動圖書館啊，咁 Alan 咁唔算花名喎。啊 ，Alan， 你知唔知我有個別號叫咩啊？流動圖書館，電影知識寶庫。知識寶庫啊，唔係，我記得阿蕭生講過，係你係 UFO 嚟嘅嚇，係你係一隻 UFO 嚟嘅，其實哦，係咁啊，蕭生講嗰個就啱啲，係啦，冇錯啦，我記得咁啊，唔係頭先啊講咧，即係都引你去講嗰個叫咩電影圖書館啊，咁嗰啲咧，咁但係其實講未聽，咁我個花名梗唔係叫電影圖書館啦，係外星，我花名叫做梗唔係啦，叫李老尾啊，嚇真㗎？
講笑得唔得啊？咁文雅嘅呢？最重要唔係點解咧？就因為咧，即係你個叫電影圖書館江湖八曉新嗰啲咧，咁有好多時間咧，啲即係都啲人都會咁提嘅。但當一提嗰時間咧，其實我係唔敢認㗎。你知唔知啊？你知唔知點解我唔敢認啊？點解咧？你當之無愧喎，梗係唔係啦？即係嗰啲荃灣七虎有冇你份嘅？荃灣七虎冇冇我份啊！七虎就係林超榮嗰啲啦，嗰啲全部虎姑嘅弟弟嗰啲嚟㗎嘛，即係最窮嗰啲。一講嗰個叫做係電影圖書館。一講個叫江湖八曉新，嚇喺我前面咧都做一個大佬喺度嘅，你知唔知啊？前面啊，係啊，佢依個大佬咧，你冇理由唔識嘅，但係佢個女你都冇理由唔識嘅喎，佢個女係揸小輪嘅，渡海小輪咧。渡海小輪，知唔知邊個啊？係未唔知喎，真係嚇渡海輪，你知唔知邊個啊？知唔知啊？唔知啊，咁啊嗰個叫做另外咧，佢阿爸你就知啦，係嘛？係。叫做杜慧东啊，哦，知道嘛？杜 Sir 啊，阿杜 Sir 个女，杜慧东啊，嗱你净系识啊文慧系嘛？系啊，系，你就系识啊叫杜我哋成日叫杜海伦嘅，杜慧东刚刚出咗本书，叫做系我伴星星行啊。咁啊，呢本書咧，即係之前咧，就係啱剛剛都係原本喺書展嗰度出咧，就都好似係書展都未出得切，又而家出咗啦。係啊，咁啊，依個即係咧，一講起呢本書咧，一開頭係大把戲咧，有點都要介紹啊，杜慧東啦，杜 Sir 嘅呢本書啦。杜如芳係做撈嘅主持啊，咪就係咯。哦，哇！我哋叫佢做杜海小輪嘅。話呢本叫做《我伴星星行》啊。東 Sir， 啊，杜慧東呢本書，啊，大家即係而家終於出咗嚟啦，啊，大家咧就可以熱烈支持。我講俾你聽咧，呢本書咧就非常之過癮，因為呢本書一出嚟嗰陣時候咧就已經賣咗一半噶啦。點解咧？因為好多好多人咧都係100本100本咁嚟賣。哇！點解咧？因為啊，杜慧東咧嗰啲佢裡面嘅喺行內裡面嗰度咧。佢一講佢嘅以前嘅嗰啲回憶啊，如數家珍。你睇佢裡面咧，你俾圖俾大家睇，哇！你睇中楚紅啊、木村拓哉啊、啊成龍啊，即係嗰啲都有好多好多啲往事。鄧麗君啊，哇！噏得出都有。最重要係鄧麗君。咁啊，呢本書咧就即係因為咧，我係我哋一班嗰啲叫志同道合啊，即係有好多啲朋友咧就覺得啊，賭 Sir 有好多啲料咧。即係講完咗之後咧，就唔好嘥咗佢。哇，係喎 ，Sir 有單好爆喎。係呢度有個題目叫《成龍全裸回家人》。係啊，呢個。你知唔知個回國家人係邊個啊？係咩？邊個？邊個？第你睇呢本書，你係睇到啦。八頁。日本家人嚟嘅，真係家人嚟嘅。啊，咁佢咧呢本書咧，即係一有好多人咧，即係出嚟咧，因為佢而家其實阿杜慧東咧，就即係好多人都覺得，喂，你啲料好多啊，同埋佢驚佢唔記得咗啊。喂，唔好爆啊！真係好勁喎！哇，大家真係快啲買嚟睇 ，OK？ 所以咧，呢個我滿星星人勁。你真係你咪喺度講，你真係真係直頭好似嗰啲叫賣膏藥嘅嗰種嚟講。我講俾你聽，好 point 係喺邊度啊嘛？係啊，你唔好好似賣膏藥咁樣啊，阻住曬。佢最重要咧，佢正咧就係裡面真係啲料咧係100%咧，係啊，就好硬正，同埋係好有人情味。咁而且佢最重要咧，我出呢本書嘅嗰個因由咧，就其實大家都覺得咧，杜慧東咧有兩樣嘢。第一咧，就佢依啲料咁正咧，就將佢文字化咗佢咧，有埋圖咧，就唔好嘥咗佢。第二咧，就因為咧，我哋就好想咧，即係阿杜慧東咧，佢即係譬如佢之前做記者啊，有好多啲文章咧，我哋陸續都想好希望咧，將全部咧 group 翻埋，就幫佢結集。呢個都係其中一本嚟嘅。咁所以佢買出嚟嗰時候咧，都亦都好多啲朋友咧買完咗一出咗嚟之後咧，100本100本咁買咧，就即當係依個叫送朋友啊咁樣樣嚟嘅。咁啊，所以咧大家如果喺書局見到呢本書咧，都可以去買一買。依個就點解咧？依個叫香，你會睇到香港人嘅人情味，就係喺呢啲書嗰度咧表現到出嚟嚇。同埋佢裡面咧有好多啲秘料，佢都講到明，有啲秘料咧其實佢就好用一種手法，即佢知道咧。是100%咧，唔會傷害到嗰個裡面嘅嗰個啲人，咁然後咧，佢覺得可以出就是、出做廣告，做公關就係、是、咁樣樣嘅。咁所以你睇呢本書咧，除咗有呢啲典故之外咧，你都係學到嘢嘅，係好。所以記住呢本書，你真唔要啊？梗係要啦。咁咪去買咯，冇當然啦，係會去掃啊，唔係買啊，去買咯，係叫我伴星星行啊，好啊，咁樣就即係呢個就即係喺大跛嗰度即係支持。
讲俾大家听。咁呢本有咩料啊 ？Sir， 呢本书喂唔系呢个节目噶喎，谂住你下个节目用噶啦。啊，你唔好咁快出嚟啊！呢个唔关事啊，呢个啊，我哋而家去翻大把戏讲戏先啊，大把戏呢个礼拜咁啊，暑假尾咯嚟到。是是暑假尾啲戲碼係咪爭啲咧？今個嚟，今個暑假都係爭啲。呢、這個係咪你話個結果係爭啲啊？但係唔係啊？但係你如果你咁講起上嚟，咁你呢、這個你唔覺得《變形金剛》嗰個係好勁咩？好似太早上啦，《變形金剛》係六月唔得咩？誒、都佢得啊，係咯。你《忍者龜》香港都 OK 啊。咪《變形金剛》唔好睇啊嘛，蜘蛛俠大片都大片，係啊，蜘蛛俠蜘蛛俠好耐咧，蜘蛛俠唔係過年咪暑假頭嗰嚟啊，嗰、那個拉闊咗啊嘛，五、月幾好似係四月尾添，復活節嚟噶喎，大佬，佢已經都係嚟噶啦，蜘蛛俠咁咁、那個票碼見仁見智，我又覺得咧，即係呢個暑假裡面嗰度咧，我都睇好多戲。嗯啊、你話票碼係咪弱咗咧？我又唔算太覺喎。咁、啊、好似而家最後一個禮拜，你係咪因為有咁嘅原因？阿一倫，你自咁講咧嚇，噏噏個名先啦。嗱，今個禮拜咧正式上畫就有四部嘅啫，仲要加兩部特別放映嘅。係。咁咧第一部咧就係呢個黑色卡通啦，即係黑色漫畫嚟嘅美國嘅《罪惡誠意》啊，就係、是《蛇蝎情人》啦。啊。嗯，好重口味啊！呢部真係係啊，呢、這個首映都出咗啲事添啊，一陣講講啊。好，原本我諗住去睇首映㗎。哦，你啊，梗會出事添啦，唔係嗰部戲出事，係你出事。啊，我出咗事係冇錯。好，第二部咧就係呢個《情迷出租男》啊。嗯，咦，你好似有啲排片嘅考慮嚟㗎喎。梗係啦，你係咪第一就係《最愛城》，第二就《情迷出租男》啊？呢兩部都有啲關係咁樣。好，咁啊一陣啊睇你點講啦。係啦，跟住翻翻嚟近啲亞洲。啊、就是有呢個韓國片《朋友二》啊，《朋友二》呢個真係奇啊！嚇，真係無聲無息。記唔記得有個朋友啊？之前啊，係咯，好似朋友幾時做？好幾年前㗎啦，但係嗰時出名嘅朋友係。誒，呢套都話 OK 嘅。呢部唔曳嘅，但係真係我哋都覺得好奇怪。我哋淨係響戲院買，咁我比較中意啲另類啲嘅，即係你話有啲特別放映嘅兩套都係。即係譬如動漫影后都係康城有得提名㗎嘛，即係依啲都係一啲。難得暑假會上嘅戲啦，但係你睇未先？睇咗啦，動漫影后，係、哦、啦，動漫影后。咁啊，你和應嘅喎 ，Jimmy。乜嘢啊？你又話都話係啊，係弱喎咁樣啊？係啊，我係覺得弱㗎。咁你講講你嘅成嗱，成個暑假啲大片都冇乜一套有印象嘅、啊，全部咧我睇過最深印象好睇嗰啲咧就係、是等一個人咖啡啊，呢、這個生命中的。完美缺陷啊，哦、即係呢啲小品嘢，即係嗰、那個愛運在一起啊，啲、哦、小品啊，同埋好温情嘅嘢，咁冇乜話即係啲大片，你令到咧，你即係好多話題。咪講一句啊，即係譬如我話、哦、等一樽咖啡咧、嗯，我覺得佢上遲咗。即係暑假八月中先上咧，點解佢唔暑假頭上跨曬個暑假？你都講明係温馨戲啊，即係天時暑熱，做咩上呢啲温馨戲？咁佢食住呢個那些年個勢啊嘛，仲可以係啊！你要反而係清清涼涼嘅時候，或者秋後嘅時節上啊啊，咁咪有温馨咯，係啊！但係你就反而覺得呢啲小。小嘅戲咧就好抵過大嘅，系啦、你都係唔係啊？今個禮拜《失戀急病》都好睇噶，嗯哼，我都覺得好喎、啊，真係係啊，係啊，係、哦、係啊，係真係哦，都係非常好啲人。好啊，咁我哋一陣第二節開頭嗰時就專講呢個啊，而家就講下啲趨勢先啦，係、啊，等你哋多啲嘢講啊，趁阿 Albin 喺度，因為而家 Albin 喺度咧就爭住講咧，佢講完之後咁啊，留翻啲時間我講啊，冇你哋講，咁啊呢節係開放咯，俾你。我睇到個趨勢咧就話而家咧，因為香港咧嗰啲電影咧，即係戲院，我所講嚇，戲院咧好似多咗啲，即係有啲咧係某個商場佢自己一個影城，譬如有十間八間院啊，或者六七間院咧，佢就形成一個放映嘅院線，嗯、好似九龍灣咁樣啦。嗯、有嗰啲星匯咩啊？係啦，星影匯啦，咁或者元芳又有 The Grand 啦，咁佢哋都搞啲獨立嘅電影節。嗯、我見到咧就五百老匯中心又有啲動漫嘅電影節啦。係啦係啦 ，The Grand 又有啲有個國際夏日電影節啦，叫做。嗯咁就多咗好多啲唔同嘅另類嘅戲睇啊。嗯啊、我覺得呢、這個趨勢最值得探討嘅，譬如講啊。
恩师唔系你徒弟，咁佢唔系我徒弟嚟噶。哎呀，我谂住班车边认阿师姐啊嘛，大佬。监制啊，余真系你徒弟啊。啊哇，做更加即刻头痕啲咩？阿真姐，梗系唔系我啲失恋急痒，你未睇啊？我未睇。哎呀，咁啊冇乜话题啊你。点啊？啊离晒谱啊！我冇话题。Evan 唔喺度，都唔得你啊。失恋急痒咧，基本上咧就芝士高比啦，芝士高比佢嘅第二套，唔系佢第一部做编剧嘅嗰作品咧，就叫失恋那盏面，唔系咯，记唔记得？系啊，啊嗰部好睇，嗰、那个佢真系嗰时佢一出嚟嗰时都，我谂如果唔系张家辉咧，其他人都未必谂得起三个角色，因为佢戏里面咧围绕四个人咧一齐夹粉炒楼嘅，咁当然啦，每个人都有佢背后嘅故事啦，咁、但系串埋一齐咧，又真系几反映到咧而家香港嘅现象。咪四个系唔平均嘅，一定系、一定系张家辉诶带嚟，佢牵出嚟一啲啊郑秀文。所謂的香港愛情片後咧、出到嚟都俾阿張家輝食住曬，即係鄭秀文都好模糊啊角色，完全由佢捏住行喎嗬。鄭秀文或者其他啲援交嗰啲工作咧，咁都即係都幾反映而家香港啲年青少女嘅。哦，係啊，所以咁樣你就會覺得好睇啦。好睇，因為你好少見啊 Angelababy 做呢啲角色噶嘛。唔係佢可能係即係。而家我哋當啊 Angelababy 係國內演員嘅啦，已經係即係算係即係香港長大的國內演員。即係我阿女，你有冇聽到佢啲音咧？喂，佢都係唔正喎，講真話。不嬲都點解咧？佢不唔係佢不嬲好大喎，佢不嬲唔正嘅。咁佢，我覺得係即係我就演識佢點樣去處理個劇本啦，已經係咁樣啦。喂，佢今次自己有冇出埋場啊？有少少啦，都有少少。出過兩三幕啦。即係個但係嗰條線緊唔緊要嘅？唔緊要嘅，冇行過嚟嘅，行過嚟，行過嚟，冇名冇姓嘅。但我唔係我補少少，因為咧就講翻咗佢上一套，因為上一套咧我就覺得咧，即係佢即係作為佢嘅新第一次導演嘅作咧，咁佢有個佢會有一個問題，嗰、那個問題就係因為佢選嗰個題材咧，就係、講嘅女子博主同阿劉德華合作嘅時期，或者佢同古天樂合作嗰時期，即係杜琪峰下。好啦，呢個咧又係講俾你聽，阿鄭佢係拿到一個好好嘅一個對手，就係、鄭秀文同埋張家輝拍出嚟嗰時，佢有冇火花呢？呢個就反而係大家最恨睇嘅一個設計嚟嘅咁啊！另外 Angela 嗰日賺啦，佢先，但係黃子華就冇得頂啦，真係。黃子華成套戲畫龍點睛啊！我諗係香港人即係男神啦，而家。哇！佢出場壓到場啊嘛！放狗嗰幕同埋即係發爛渣嗰幕咧，係啊 ！GC Gobi 佢嗰個地，佢嗰個地位，佢可以揾埋咗其他啲卡。阿黃秋生有冇出場啊？呢部戲冇，冇得夠啦，唔好好似金雞三。我嗰邊係百分百想搞呢樣。阿倫，你琴晚睇定咩㗎？我琴晚，所以我覺得芝芝 Gobi 咧需要有快啲有自己個風格出到。我琴晚睇咧，我喺嗰間戲院嗰度咧，佢特登個院線咧係調一間最大最多座位嘅都爆，都爆，係即係嗰個好反應，好多人拍曬，即係笑㗎都係咯。嗱，喂，佢係喺電台嗰出嚟啊！咁阿正啊，有得拍戲添㗎喎！我幫你哋報咗名咯。哇！評判啱啊，嗬？評判啊！報名做評判，我暈啦！幫手啊！報名啊！戴眼鏡啊！評判啊！快啲參加香港最強新秀戰2014，俾全世界人知道你嘅能力、你嘅想法，拍一條片改變一生。一個 free 嘅平台，一早上網。有胆有声话，迷迷电台文化嗰走出嚟，即系讲港剧嗰时啊。阿蛋小男人周，阿蛋系最重要啦。佢就系开麦同埋走埋出银幕做演出嘅嗰种小男人嘅特色嚟嘛。郭文辉啊，同埋阿林海峰啊，即系阿天师都系。芝士告别其实佢都系呢样嘢嚟，因为佢本身咧呢一啲一定系情迷出租男先。出租男睇晒我哋系咪啊？我都睇咗，咁咪讲出租男先咯。出租男，你又唔好講住啦，你又好難出租。你兩個都我更加難啊！咁你但講，咁俾你兩個講先啦。情迷出租男，情迷出租男咧就係 Woody Allen 嘅演出，就唔係導演。嗯，導演咧就係變形金剛嗰阿 Sir。跟住咧又係好多嘴，又係咧尖酸刻薄啊講啲嘢。跟住咧係成套戲咧好多位咧攞啲猶太人嚟開玩笑，好絕密抵死對白啊，尤其是
咁啊，但係我佢依個導演其實係即係可佢有少少向 Woody Allen 即係攞 Woody Allen 一部分擺喺自己電影裏邊啦。佢哋好熟咧，好熟噶。咁我覺得呢個導演就即係冇 Woody Allen 咁靈活啦，啲嘢可能係。始終鬼佬啊，五啊幾噶啦，真係大鑊啊！而家仲跌咗 walk 添啊！而家仲唉。所以你睇完之後，你就完全冇 feel。咁啊，就係唯一就係感受到啲 New Yorker 係點嘅生活咯，即係好無聊。我覺得你真係如果咁樣，即係好婆媽噶啲生活，即係嗰啲嘢。咁仲有一樣嘢，我就唯一想知道嗰個寡婦係邊個嚟㗎？嗰、那個寡婦阿 Vanessa 乜鬼嗰、那個？係咯，嗰、那個好出名㗎，嗰、那個都係依、這個佢名字啊。係啊。叫做雲尼莎帕拉迪斯，即係做咪就係代客咩代客啊代係爽嘅，同埋佢講俾你聽咧，佢裡面有好多文化人，嗰啲文化人裡面咧，依種咧就係佢有一種叫活力啊。嗯。想試試。嗯。夠膽試試，不過唔該你揾一個質素好啲嘅嚇。所謂質素好啲係乜嘢咧？啊，後生嘅嗰啲咪就係揾嗰啲叫做係啲啊 staff for 肉男嗰啲咁樣啦。咁但係咧，依一種品味嘅咧，嗰時間咧，有時你同佢飲下茶傾下偈，好似嗰個女主角嗰個嚟嘅啫。咁你都係其中一個嘅。不過我咧就介紹過啊，做啊邊個嘅嗰個大佬哦，嗰個嚟咯。佢係即係做嗰個奪咩啊？嗰個叫奪命狂夫嘅嗰個男主角嚟噶嘛。佢啊非常之有性格。啊！佢今次咧就做嗰個角色咧，其實我覺得好啱佢做嘅嚇，咁鬼大嚿，但係佢要有啲粉腸。猶太區嘅城管啊，並唔係警察，仲要暗戀人嘅。咁佢成部佢依個成部戲咧，裡面咧你會睇到咧，人到依個叫中年同埋老年，佢而家成套戲咧，但係玩得好 Q 啲嘅，同埋嗰種文化咧，裡面咧你會睇到咧，每句對白咧。你會睇到佢嗒落有味嗱，依呢啲咧又係我哋睇寫劇本嗰時候咧，依啲幾嘢，而依種嘢咧就係話似 Woody Allen， 但 Woody Allen 做唔到、寫唔到、拍唔到，因為 Woody Allen 係而家都仲係好花 fit， 係啊，都仲熱辣辣嘅。下個禮拜你就會睇到啊 Woody Allen 嗰部戲嚟噶，咁嗰時候我哋再補充翻呢部戲少少，因為我覺得呢真係打孖一齊嚟嘅，情迷出租難，我就反而覺得呢部。是都好正嘅，不過我哋跟住嗰輯嘅講嗰個，可能係最多人揀嘅嗰個啊，係邊套啊？嗰套叫《罪惡城》。罪惡城咯，下一節再講。竅唔怕舊，最緊要有一個話你知咩係好竅嘅節目。但係你請男朋友食飯咧，你想佢咧最主要咧就我講講嗰個首映嘅嗰個氣氛啦，好掂啊！因為咧係好多人咧，咁你話出事等住睇，佢最出事咪就係點嘉賓特別多啊！哦，有好多咧嗰啲其實成日去睇嘅嗰啲傳媒界嗰度咧，係要坐到第一行係嘛？咁咧就即係嗰種手法，我已經係唔好接受噶啦。咁你真係好慘喎！你睇越嚟少噶啦喎。咁跟住咧又黑蚊蚊嘅喎。咁雖然啲立體效果，你都講明係黑色漫畫，梗係黑蚊蚊啦。咁啊啲特技啊，同埋嗰啲立體感啊幾好。咁我唯一就係追住呢個 Eva Green 入場嘅啫嘛。即係呢套係直情勁到勁到爆啊嘛！個兜嗰場都幾正啊！哇，咁梗係啦，《戰狼三百二》咁勁過，即係如果勁得就好硬正，就好成熟嘅。咁啊呢部咧就叫再下一城啦，再接再厉，因为其实《Sin City》咧都仲有几集嘅，每况愈下喎、哦，都仍然拍，未都唔算每况愈下，但我讲俾你听一个状态啫，因为你话每况愈下嗰时间咧，你就好鲁莽咁嚟讲呢个评语，系、因为佢呢、這个佢其实唔算好差，因为佢呢个古仔咧，我觉得佢嗰、那个父子情系好过瘾噶。因為依個而家新任嘅羅賓咧做嗰段戲咧，佢同阿老豆有一段恩怨情仇啊嘛。哦，祖涉哥係。係啊，祖涉哥。我嗰段戲，我覺得其實你會睇到係好反常嘅嚇啊！今次冇咗阿泰倫天奴嗰時候咧，係淨係羅拔仔同埋阿 Frank Miller 咧依兩個大師咧去做嗰時候咧。洛迪格斯佢一個最大嘅改變咧，佢而家唔拍依啲咁嘅叫做另類嘅處理嘅戲嚟嘅。點解咧？你知唔知點解？唔知佢而家有仔有女啊！而家好中意拍細路仔戲啊！哇，咁樣嘅咩？係咪做咩？Kid Spy 咪就係佢而家最最受歡迎、最掂嘅嗰啲戲，就係拍嗰啲 Kid Spy 啊嗰啲嘢。你會睇到呢部戲講性與暴力，但係 Kid 豆咗嘅。
僆仔咗嘅，佢裡面嘅性同埋暴力嘅場面，哇，拗到你咧好痕啊！你會唔會睇阿倫咁嘅樣？你會唔會睇啊？我會遲啲睇啦。哦，咁強烈嘅影評，你都唔睇？哎呀！咁所以咧，唔係佢依部戲咧，佢基本上咧，因為由漫畫改編做電影咧，有好多種，你會睇到咧，佢最近咧就搞嗰扎嘅漫畫改編嗰度咧，大家都會覺得咧就最好啊！到目前嚟講最好咧就係乜嘢咧？就係嗰個叫做咩啊 ？Watchmen 啊！唔明點解啲人咁樣拍新嘅忍者龜，睇唔明點解要去咁樣嚟去整嗰、那個變形金剛第四集，但係佢亦都唔明，喂我都唔好唔中意部戲，都即係覺得咁差，點解全世界咁賣得嘅？講俾你聽，市場呢啲就叫市場電影啊嘛，人哋真係計數計出嚟噶，你唔係你自己個人話我中意唔中意。但是你喜欢不喜欢 Jimmy， 即是他就是那一蚊雞，即是那個大銀的，即是那個戲，似那部的，是的。你看過那部戲，一看完這部的時候，你會發覺呢，這個就叫神話結構，他用的父子恩仇，伊底帕斯情義結，他就用起上來的時候，你會看到以子來比來說，佢都係玩緊呢樣。咁你三個古仔最追邊個啊 ？Sir， 我都係講父子嗰、那個。父子嗰、那個。係父子嗰個得意。哇！啱咩？評判啱啊！嗬，評判啊！報名做評判。邊度？我暈啦！幫手啊！報名啊！戴眼鏡啊！評判啊！快啲參加香港最強新秀戰2014，俾全世界人知道你嘅能力、你嘅想法，拍一條片改變一生。一个。